第五千二百零一章，浩瀚修武界最强宝物，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老猫，楚风从我这里夺走了东西，只要我拿回来那个东西即可，不会为难你们。但你若不说出楚风在哪，不仅是你，你们两个都要死。”雪姬说道。听闻此话，老猫大嘴一咧，赶忙大喊：“楚风兄弟，你拿了雪姬什么呀？快还给他吧！” 老猫咪，你他娘的！见状，陶武忍不住破口大骂。他没想到老猫如此怕死，这样大喊，不就等于是把楚风卖了吗？他就在附近吗？听闻此话，魔灵王也是反应过来。轰！意念间，磅礴的威压释放而出，那乃是半神巅峰的威压。那威压不会直接伤人，但却很强，具有极为强大的束缚之力。只是哪怕如此。 还是无法控制楚风，这让楚风也很意外。这隐藏结界比他想象的还强，可陶吴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没用的，除非楚风兄弟想现身，否则哪怕是你也捉不到他。陶吴对魔灵王说道：“你在质疑我？”魔灵王看向陶吴，眼中涌现出明显不悦。“不是质疑，而是事实。”陶吴说道。听闻此话。 魔灵王眼中可不仅是不悦，而是有寒芒涌现。住手！眼见不妙，楚风赶忙开口：“楚风，你真在这儿？”雪姬目露惊讶，可最惊讶的却是魔灵王。不，魔灵王的目光可不只是惊讶，还有难堪。此子竟真在附近，可他却无可奈何。雪姬，你要什么？告诉我。”楚风问道。 只要将那蓝色石头还给我即可，雪姬说道。楚风本来以为雪姬是想把蓝色石头与修罗神石都要去，却没成想他只要蓝色石头，这倒也是能够接受。是不是给了你，你就放过他们？楚风问道。是，雪姬说道。好，给你。楚风说话间便准备将那蓝色石头丢出去，而蛋蛋也没有任何阻拦。 他了解楚风，楚风最重情义，为了轻易可以丢弃利益。他劝也是没用。嗯，可是下一刻，楚风与淡淡皆是呆住了。楚风本想把蓝色石头直接丢给雪姬，可却并没有丢出去。不是楚风没有丢，而是根本丢不出去。怎么回事、啊？淡淡问道。“是这结界，这隐藏结界不让我将石头丢出去。”楚风说道。“啊？” 那怎么办？淡淡问道。恐怕只能把这隐藏结界解除了。楚风说道。那怎么行？那万一血姬食言，你又没有这隐藏结界保护，你不就危险了？淡淡紧张的说道。小子，石头呢？你在耍我吗？此时魔灵王不耐烦的说道。这也不能怪魔灵王，而是楚风说把石头还人家，却没了动静。楚风兄弟。 快还给他吧，别犹豫了，不就是一块石头吗？你给他不就行了？不然我和桃无兄性命不保了。老猫几乎是哀求的口吻，甚至带着哭腔。老猫是真的害怕了，足以看出他是了解魔灵王的。正因为知道现在有多危险，所以他才会如此害怕。此时楚风也是有些为难。的确，如蛋蛋所说，有着隐藏结界在，可护自己周全。可若不将蓝色石头交给雪姬， 桃屋和老猫今日必然会有一场劫难，小子，你是想他们死吗？魔灵王再度催促道。眼见着魔灵王就要对桃屋和老猫出手，楚风意念一动，那隐藏结界便立刻消除。雪姬，此物归还于你，放了他们。楚风说话间，便将蓝色石头丢向了雪姬。对吗？雪姬接过石头，魔灵王问道：“嗯。” 雪姬点了点头，轰！可忽然一股磅礴的威压将楚风覆盖，没了隐藏结界，楚风没有丝毫反抗之力。那磅礴的结界如牢笼，将楚风封锁在当中。那可是半神巅峰的威压，若是收缩，楚风瞬间便会被挤压成血水。敢欺负我的雪姬，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魔灵王眼中寒芒毕露。算了，可就在此时。 雪姬却忽然开口：“雪姬，你就这样放过他？”魔灵王看向雪姬，眼中也是有着一抹诧异。“放过他们吧。”雪姬说道。听闻此话，魔灵王眼中意外之色更浓，但最终他还是收起了威压。“你们三个要庆幸，庆幸我的雪姬今日心情好。”魔灵王此话说完，便带着雪姬向下方的入口深处飞掠而去。 楚风小兄弟，你干嘛现身啊？直接将那石头丢给他不就得了？陶吴上前问道。那隐藏结界有些怪异，虽然力量很强，但似乎不只是防外面的东西，也防里面的东西。反正有那隐藏结界在，我什么都丢不出去，只能将其解除了。楚风说道。我擦，是这样吗？楚风兄弟，你可真是够义气啊，比这老猫咪强多了。陶吴夸赞道。 我哪里不够义气了？主要是我了解魔灵王，若不交出来，我们都要死的。老猫解释道：“少扯淡，你就是一个不讲义气的东西。老夫决定不带你玩了，你自己走吧。”桃屋似乎真的生气了。“别啊，桃屋兄，我我我我，楚风兄弟，你快替我求求情，我真不是一个不讲义气之辈。”无奈之下，老猫只得看向楚风前辈：“都到这里了。” 还是带着他吧，楚风说道。行吧，既然楚风小兄弟开口，但是你记住，老猫咪，若再敢背信弃义，老夫就一掌拍死你。陶无恶狠狠的瞪了老猫一眼，随后便带着楚风与老猫继续下潜。可下潜没多久，强大的风力便向上席卷，无数修武者、借灵师，包括司徒借灵门的人都被那风力拦住了。就在此时。 毫无取出三颗丹药，分别递给老猫与楚风三人服下丹药。这丹药与之前楚风服下的具有隐藏结界的丹药很像，也是蕴藏阵法的丹药。丹药服下，一层防护罩浮现，那风力便无法奈何他们。他们三个顺利下潜，且很快来到大门前。如今大门打开，而那风力也正是自大门吹出。不过三人有那防护罩的保护，在此处。 也依然不受风力影响，顺利进入大门之内。进入大门之后，那风力便立刻消散。而下潜没多久，他们便来到了真正的底部。此地共有三道结界门，左边一道门，右边一道门，正面还有一道门。左边与右边的门都可通过，而正面那道门则是无法通过的。但是那道结界门上面却有一道虚影，那似是一个人的影子。 周身散发着光环，且影子之内还有点点光芒。仔细一看，那好像是万千星辰，万千星辰竟汇集在这小小的人影之内。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这影子的感觉也完全变了。他仿佛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所以看到这个影子，楚风与老猫便立刻被吸引。不知老猫连楚风的双眼都开始放光。虽然还不了解此物，但却已然感受到了此物的非同寻常。 我擦！发大财了！这竟是传说中的九大神魂之一，而陶吴更是发出激动的呼喊：“九大神魂，那是什么？”楚风与老猫同时看向陶吴。莫说楚风，就连老猫也是一脸好奇。显然，哪怕是他，竟也不知道这九大神魂是何物。九大神魂在远古时期便是传说级别，乃是至宝中的至宝。他有多么了得，我就这么和你说吧。 天赐神体数不胜数，各种血脉更是遍地都是。但九大神魂，整个浩瀚修武界只有九个，就真的只有九个。分别由九大天河经历无数岁月孕育而成。你们应该都知道，天地奇物由天地精华孕育而成。但这九大神魂，则分别是由九道天河孕育而成。倘若天地奇物有等级之分，那么九大神魂便是普天之下。 最强的天地奇物，它可以说是浩瀚修武界最至高无上的宝物之一，是界灵师必胜追求的梦想。陶屋说道：“本章完，第五千二百零二章就是如此偏爱。”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九大神魂之一，这，这真是你说的九大神魂之一吗？听到这里，老猫高兴的口水都流了出来，这样的宝物。 不就是他毕生所求的梦想吗？所以他现在想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多半是真的。陶屋说道：“发财了，我们这次可真的要发大财了。”楚风兄弟，我说什么来着？富贵险中求，还好我们来了，不然就错过这等绝世至宝了。老猫高兴的龇牙咧嘴，手舞足蹈。老猫咪，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九大神魂虽然厉害。 但却无法与修武界的人相融，陶无又说道：“无法相融，什么意思、啊？”老猫脸色一僵，这个说法好像打破了他自己的幻想。就连楚风也是紧紧盯着陶无。简单的说就是，你、楚风兄弟以及老夫都用不了。”陶无说道。“啥？用不了？用不了？那干嘛吹的那么邪乎？”听到这里，老猫顿时有些失望。 我们用不了，但是戒灵可以用。若是戒灵得到九大神魂，那悟性将会大大提升，哪怕在修武界，也会习得特殊的修炼之法，不用一味的靠吞噬本源来提升修为。陶屋说道：“啊，搞了半天，这么厉害的好东西，居然是给戒灵用的。”老猫叹道：“当然是给戒灵用的，不然为何会出现在此处？老夫猜测，多半就是这魔棺内。” 被炼化的那只强大戒灵生前拥有此物，如今它虽被炼化，可是神魂却留了下来，所以布阵者才设计这么多关卡，为的就是将这神魂留给有缘人。怎么样，你们还要不要继续？这接下来的考验必然是九死一生啊！陶无话罢，看向楚风与老猫，这宝物就算得到了，也只有一个，给什么戒灵用啊？不如直接卖掉。 换的等价的宝物，咱们三个平分啊！老猫说道。卖掉？你看看这两道结界门，右面的门只有界灵能进去，而我们只能进入左边那道门。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陶屋问道。难道要界灵与主人配合，才有机会得到这神魂？老猫问道。不仅仅是配合，老夫猜测，这样的布局应该是主人与界灵都要接受考验。 并且考验应该是分开的，只有二者全部通过考验，才能得到神魂认可。那个时候，神魂也会直接附在界灵体内。你想卖？怎么卖？陶屋说道。若是这样，那这神魂不就是龙八道长或者龙九道长的了？老猫说道。那可不一定，事在人为。陶屋说道。事在人为什么啊？你能打过龙八道长，还是能打过龙九道长？ 你的界灵能打得过他们的界灵吗？老猫接连问道。看你这怂样，不试试怎么知道？陶无鄙夷的看了老猫一眼，随后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兄弟，你怎么看？如此机缘，不想错过，我想试一试。”楚风说道：“好，这才像样。”陶无说话之间，便打开界灵大门，随后一只界灵从中走出，那竟是一只魔灵界的界灵。 散发着四品半神的气息，他走出后，先对着陶巫师以一礼，紧接着便踏入右边那道只有戒灵可以踏入的结界门。四品半神，你有四品半神戒灵，楚风也有四品半神戒灵，那我还比什么呀？唉，我就凑凑热闹算了。老猫虽然嘴上这样说，但还是释放出了一只三品半神的戒灵，那是一只兽灵界的戒灵，并且还是一只女戒灵。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只兽灵界界灵长得还可以，比大部分兽灵界的界灵都好看许多。当然，若与人族美女比，只能算是一般。大爷，那我去了。这只界灵走出来后，对老猫笑着说道：“他倒是没有施以一礼，反而态度随便。虽然嘴上称老猫为大爷，但更像是与朋友交谈。”小心一点，里面的家伙都很强，大事不妙，赶紧退回来。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老猫对那只戒灵说道：“这倒是让楚风有些意外，没想到老猫也会担心自己的戒灵。”眼见着老猫与陶屋的戒灵都走了进去，楚风也是打开戒灵大门，而蛋蛋也是从中走了出来。好俊俏的修罗戒灵！陶屋看到蛋蛋，顿时眼前一亮。这也不怪他，蛋蛋之美貌天下无双。 只要是男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这个不分年龄。而蛋蛋则没理陶无，直接走到了楚风身边，有话说吗？蛋蛋眼眸宛如两道月牙，笑得很甜。他不仅没有一丝紧张，反而十分期待。蛋蛋，你还是要小心。虽然蛋蛋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信，可楚风还是有些担心。本女王，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倒是你，给我完整的出来，千万别为了我又做拼命的事。 你记住，你若是敢再受一点伤，本女王都饶不了你。”淡淡对楚风说道。“我知道。”楚风笑道。“你们两个干嘛呢？打情骂俏呢？考虑一下我们两个老人家的感受行不行？”这年轻人，老猫在一旁咧着大嘴，那叫一个酸。老杂毛，信不信本女王一巴掌拍死你？”淡淡抬手做出了一个要狠抽老猫的动作。 也就是他实力不如老猫，不然可能就真的抽了。而现在抽不了，便只吓唬了一下老猫，便转身进入了那道结界门。这丫头还是这么没大没小，不过长得确实不错，难怪楚风兄弟对他如此痴迷。老猫此话说完，便发现楚风关闭了戒灵大门。哎，你就只让那丫头一个人进去啊？你怎么不让那四品半神的戒灵进去？老猫一脸不解的盯着楚风。 老猫，你傻了吗？你难道没发现，每个人只能放一只戒灵进去？陶屋说道。啊，还有这种限制？老猫说话间便又放出一只戒灵，这还是一只兽灵戒戒灵，但无论长相还是修为都不如刚刚那只。老猫放他出来就是想做个测试，这才发现第二只戒灵果然进不去了。我擦，是我愚蠢了，居然没看出来还有这种限制。楚风兄弟。 你还真是偏爱那丫头，既然看出只能让一只界灵进去，却不放四品半神，而是那让那个小丫头骗子进去，你是多希望她能得到神魂啊？老猫用佩服的目光看着楚风，楚风则是尴尬一笑。其实他也没看出来，那结界门只能让一只界灵进去。楚风之所以只让蛋蛋进去，是他没得选。现在他的界灵就只有蛋蛋一个而已啊。当然，就算有的选。 他也会让蛋蛋优先选择。老猫虽然嘴贫废话多，但有一点还是说对了。楚风对蛋蛋就是如此偏爱。本章完。第五千二百零三章因祸得福。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走吧，咱们也动身。桃屋说话间，便带着楚风与老猫向另外一道结界门飞掠而去。嗡、嗯！可刚刚穿过结界门。 楚风便发现陶武与老猫不见了，他自己进入了一个空间。这是一个空间隧道，在这空间隧道周围遍布尖刺。楚风向前走出一步，便有一根尖刺刺入自己身体。我擦，这他娘的有点狠啊！虽然只有一根尖刺入体，并且只是刺入身体一部分，大部分还是留在外面，但那痛感可比寻常的刀剑砍在身上要疼上数倍不止。 楚风经过训练，如今耐痛能力非常强大。可只是一根刺入体，他便已经眉头紧皱，疼得龇牙咧嘴了。并且这痛是持续性的。楚风尝试服用压制痛感的丹药，结果发现没用。可想要通过这种考验，便只能前行。于是楚风便咬紧牙关，承受尖刺入体之痛，不断的前行。甚至为了快一点通过，他后面更是加快步伐。 这样走了一个时辰之后，楚风便像是刺猬一般，浑身上下都布满了尖刺。嗡、嗯！可忽然，楚风感觉一股结界之力，那种疼痛开始消失了，每一根刺都在化作一道结界力量涌入自己的体内，与自己相融。与此同时，一股结界之力将楚风包裹，就要将楚风带离此处。原来是这样，楚风恍然大悟，并且喜出望外。 本来楚风觉得要忍受这种疼痛，直到走到这空间隧道尽头才能通过这考验，可是现在他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从他进入这空间隧道开始，刚好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就是时间限制。只要一个时辰到了，楚风就会自动离开这里。而这个时候，每一根刺入楚风体内的尖刺都会化作结界之力融入体内。这结界之力有何作用？ 楚风现在便再清楚不过，这是可以增强楚风力量的结界之力，是以自身修为的基础来加强的。伴随结界之力不断入体，与自己相融，楚风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不断的攀升。转眼之间，楚风的力量便已经达到了极为可怕的地步。楚风也无法确定这是何等境界的力量，但是总之非常恐怖。楚风猜测，这很可能是八品半神。 甚至九品半神也有可能，毕竟刚刚见识过魔灵王的威压，楚风此时的力量是与魔灵王当时威压相近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这结界之力融入体内之后，楚风能够使用的力量便只有这结界之力的力量。也就是说，楚风的修为其实是没有变的，他现在的强大只是这结界之力赋予他的。他无法使用兵刃，无法使用武技，更是无法通过雷纹。 四象神力让自己变得更强，甚至无法使用结界之术。简单的说，如今这体内的结界之力有多强，那就是多强。楚风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手段让这结界之力变得更强。若想使用其他手段，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主动将这强大的结界力量舍弃。嗡 <One>。而就在此时，楚风已经离开了结界空间，浮现在一个深邃的岩洞之中。 在他的身前站着陶吴，身旁则是站着老猫，这站位与他们进入结界门之时是一模一样。他奶奶的，竟然是这样！本大爷竟然疏忽了！操！一声充满后悔的怒骂响起，是老猫。很显然，老猫也是反应过来刚刚的考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他现在的收获必然不大，所以才如此后悔。因为老猫的气息与之前差距。 确实没有太大变化，足以看出老猫在刚刚的空间隧道内并没有承受几根尖刺的攻击。老猫，你这修为怎么没什么变化？是不是忍受不了刚刚的痛苦？陶吴笑眯眯的看向老猫，嘲讽的说道：“哎，别提了，我擦，楚风兄弟，你这气息，这是半神巅峰了吧？”老猫看向楚风，满眼惊讶：“厉害了，我的楚风小兄弟，老夫得到的力量。” 才八品半神，你竟然比老夫还强啊！陶吴看向楚风，也是颇感意外。承让了，楚风笑着说道。楚风兄弟，你是看穿了那考验，所以才能忍受那种痛楚的吧？老猫对楚风问道。不是，我只是想快点通过那考验，所以拼命的往前走。没想到，纳入体的尖刺，竟然是会化作结界之力，赋予力量。这也算因祸得福了。 楚风说道：“你变态啊，那么痛，你忍得了？我的乖乖，你的自身修为那么弱，却硬生生提升到了半神巅峰，那得多少根尖刺入体啊？你，你没痛觉的吗？”老猫听到楚风的解释之后，更加感觉难以置信，而陶吴则是露出了一抹欣赏之色。轰隆隆！可就在此时，一声刺耳的轰鸣响彻，紧接着一道极为恐怖的涟漪。 自岩洞深处席卷而来，那涟漪之强，连陶吾都难以抵挡。楚风见状，赶忙站到二人身前，释放出那结界之力，这才将这涟漪挡了下来。轰轰轰！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那涟漪一道接着一道，不断的向他们席卷而来。幸好楚风在刚刚的考验之中，因祸得福，得到了堪比半神巅峰的结界力量，如若不然。 他们三人此时已被这涟漪轰得魂飞魄散，莫说是楚风与老猫，陶武也是难逃一死。这什么情况啊？是那三位吗？老猫满脸后怕，因为他也清楚，若不是楚风，他们刚刚就已经死了。是魔灵王和龙九道长的气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应该是龙八道长吧？楚风说道：“居然打起来了，看来是有宝物，走，过去一探究竟。” 曹无说道，而楚风也是立刻动身，应着不断席卷而来的涟漪向前飞掠而去。没过多久，果然见到了魔灵王的身影，而除了魔灵王之外，还有两位老者的身影。这两位皆是身穿道袍，苍老无比，已是满脸的皱纹。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头发与胡须黑白交织，周身散发的结界之力堪比八品半神，他必然就是龙九道长了。 先前封锁天地的强大封锁阵，就是他布置的。而另外一位老头，头发雪白，散发的结界之力乃是堪比九品半神，想必他必然就是龙八道长。龙八道长正在与魔灵王交手，而龙九道长自身实力无法直接参战，所以再以阵法之力来加强龙八道长的战力。他们三人的交锋十分激烈，近距离看得更加清楚。这可不是简单的切磋。 这是生死交战，是因为那个吗？很快，楚风发现岩洞尽头处有着一道大门，大门上面布满符咒纹路，那符咒纹路明显蕴藏奥义，只要领悟便会得到些什么。除此之外，这里便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楚风猜测，他们三人反目成仇，必然是因为那上面的东西。本章完。第五千二百零四章得罪大人物也要闯。小说。 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这三个东西看来也是与老猫一样，忍受不住痛楚，所以先前考验后赋予他们的结界力量不强，他们就干脆自己解除了那赋予的结界力量，使用自己本来的力量。毫无讽刺的打量着魔灵王三位，刚刚从尖刺内所获得的结界力量，虽是短暂赋予在他们身上的加持力量，可限制颇多。有那结界力量在。 不仅无法动用武力，同样不能使用结界阵法。而眼下魔灵王三人交手，无论是阵法还是技法，各种手段层出不穷，足以看出他们三人都已经自行解除了那加持在身上的结界力量，否则不可能施展这样的手段。为何要解除结界力量？自然是他们得到的结界力量不够强，还不如自身施展手段后的实力强横，所以才会解除结界力量。 比如楚风，他本是八品武尊，可在结界力量给予加持之后，便拥有了九品半神的力量。就算此时的他受结界力量限制，不能使用兵刃，不能使用武技，也无法布置阵法，但也绝对不可能主动消散这结界力量。毕竟结界力量给予他的增强实在太大太大了。楚风兄弟，这些家伙虽然现在修为强，但实际上毅力很差，日后成就将十分有限。而你则不同。 你的耐力连老夫都敬佩，日后成就不可限量。陶无又忍不住夸赞起楚风，而楚风则是一直盯着岩洞尽头处大门上面的符咒。前辈，那好像是破门之法。”楚风说道，“不是好像，那就是。”陶无说道，“那门后会是神魂吗？”楚风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他不仅看出那符咒内蕴藏破门之法，符咒还给予了提示。 那门后面便是这魔棺内的最终至宝，想必魔灵王三人也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这里大打出手。这老夫也无法确定，但既然是最终至宝，多半就是神魂了。楚风兄弟，你可有把握胜过这三个老家伙？陶无对楚风问道。虽然陶无看不起魔灵王三人，可他哪怕凭借结界力量将修为提升到了八品半神，但显然也不是那三位的对手。 别说魔灵王和龙八道长了，就算是龙九道长，他也打不过。毕竟这结界力量有诸多限制，自然斗不过拥有手段之人。不行，差了很多。我可以带你们出其不意的跑过去，但若正面对决，肯定不行。”楚风说道，“老夫猜到了，毕竟这结界力量的加持有太多限制了。但我们两个有结界力量加持，也无法布阵。老猫咪，你结界力量加持的不多。” 你干脆解除这结界力量，然后你来布置隐藏阵法，咱们三个悄咪咪的摸过去。”陶吴看着老猫说道，“陶吴兄，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的隐藏阵法哪里瞒得过那三位啊？”老猫则是连连摇头，旋即说道：“有没有别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趁他们三人交战焦灼，我们直接冲过去，快速破门踏入其中。”陶吴说道：“那那不是找死吗？” 老猫吓得一惊，直接冲过去，不进行隐藏，必然会被那三位发现。在他看来，得罪那三位无异于是找死。老猫，你仔细看看，那符咒纹路内已经给了提示：破门之后，只要踏入其中，此门便会关闭，一段时间内是无法打开的，而且这个时间很久。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破开此门，我们进去后，他们就根本进不去。”楚风说道。 可就算他们进不去，万一里面没有出去的方法，他们只要在这里守着，我们出来以后不还是死路一条吗？况且明晃晃的从他们三人身边冲过去，这可能性也是极低呀、啊。”老猫说道。“那你说怎么办？”陶吴问道。“陶吴兄，你手段通天，你有没有可以将我们隐藏的手段？”老猫看向陶吴，“老夫倒是有隐藏手段，但也未必能瞒得过他们三个。况且我觉得。” 这结界力量加深，可能还有其他功效。若是贸然解除，那可就亏大了。”陶屋说道。“啊，陶屋兄，楚风兄弟，我还想在这图腾天河混呢。魔灵王也就算了，图腾九道，我是真不敢得罪。况且神魂只有一个，有你们两个在，我看也轮不到我，所以我就不继续参与了。”老猫对楚风二人说道。“既然如此，那便不强求了。”陶屋说道。 老猫，以后多做点好事，少坑人。楚风此话说完，便暗中传音，将老猫那弟子，也就是那个所谓的狼少爷，被具体关押的位置告诉了老猫。楚风兄弟，多谢了。桃陶兄，再会。老猫抱了抱猫拳，转身便跑得老远，但很快又停下，对楚风说道：“楚风兄弟，记得继续帮我挡着涟漪，别让那涟漪过来，不然我可就死翘翘了。”放心的走吧。 楚风无奈地招了招手，随后老猫便直接离开，只剩下楚风与陶吴躲在远处。接下来，楚风便与陶吴认真观察那大门上面的符咒纹路，想将破门方法融会贯通，并且两个人相互沟通，准备联手破门，这样速度就会大大提升，争取在一瞬间之内就将此门破开。这样，就算被发现，也来不及收拾他们。轰隆隆！ 一道极为强烈的涟漪肆虐，楚风挡下这道涟漪之后，发现那三位的对决竟然停了下来。但无论是魔灵王，还是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都是受了不轻的伤。说好的合作，结果竟然想将我杀死于此处。两位道长，人品真是拙劣啊！魔灵王话语之中满是怨念。魔灵王，你本就是人人喊打的妖魔，我们兄弟二人将你斩杀于此处，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龙八道长说道：“想杀我，你们有这个本事吗？”魔灵王说话间，滔天气焰释放而出，而龙八道长与龙九道长而已是早有准备，同时拿出一把拂尘，一道强大的阵法便布置而出。三人再度交手，这一次乃是持续对抗。这种对抗必须全力以赴，谁若收手，那必然会身负重创，甚至可能会命丧黄泉。好机会，楚风小兄弟。 上不上？陶吴看向楚风，这是最后的确定，是问楚风敢不敢得罪这三位。我就没怕过谁。走！楚风说话间，便带着陶吴快速前行，穿过三人战圈，直接飞向了岩洞深处。什么人？终于，这是三位也注意到了楚风与陶吴，但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楚风已经带着陶吴来到了那岩洞深处，并且开始破阵。这破阵方法。 是一种特别的手势，无需以结界布阵，所以哪怕楚风与陶吴被结界力量束缚，也同样可以破解此门。二者早就做过演练，所以此时破阵速度极快。这一幕把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也是吓坏了。该死的，竟然敢在我面前浑水摸鱼！你可知道我是谁？龙八道长怒声问道，想用自己的名声吓住楚风二人。可楚风与陶吴。 却根本不予理会。兔崽子！见此一幕，龙八道长更是恼羞成怒。是他。而相比于并不认得楚风的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魔灵王可是认得楚风与陶吴的。陶吴也就算了，让他惊讶的是楚风，因为他看得出来，楚风现在拥有半神巅峰的力量。而那半神巅峰的力量，必然是刚刚考验中尖刺化作的结界力量。正因为他大概知道。 先前的楚风修为有多弱小，所以他才明白楚风获得此时的力量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魔灵王，先放下恩怨，咱们一同收手，不然就便宜了那两个无名之辈了。龙八道长对魔灵王说道：“收手！”可魔灵王却冷笑一声：“你们兄弟出尔反尔，就算不拿这宝物，我也要你们两个狗命！”魔灵王话落之后，那释放的恐怖气焰越发凶猛，他不仅没有收手。 反而加强了攻势，你他娘的真是找死！见此情形，龙八道长也不客气，同样开始继续发动攻势。而此时，楚风与陶吴已是打开大门，你们两个若敢进去，我要你们后悔终生！见此情形，龙九道长怒声威胁道。楚风没有理会他们，直接踏入其中，这让龙九道长气得咬牙切齿。可接下来，陶吴的做到事情。 则是让他更是杀意滔天。陶屋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回头看向威胁他们的龙九道长：“我劝你们别追进来，不然你们终生后悔。”话罢，还做出了一个挑衅的手势，这才踏入那大门之内。本章完。第五千二百零五章最终至宝。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八哥，快点了结掉这魔灵王。 我要亲手宰了这两个无名小辈！龙九道长被桃屋彻底激怒了，说话间竟取出了三颗流转着光滑的丹药。那丹药一看就不是凡物，蕴藏着极为强大的结界之力，但却有些狂暴。可是龙九道长却是一口气将三颗丹药全部吞服在了口中。轰！丹药入体，他体内的结界之力瞬间变得更为强大，正如潮水一般，不断自其体内喷涌。 九弟，你见此一幕，龙八道长神色变得复杂。他很清楚，龙九道长服用的丹药虽然可以增强战力，但也有着可怕的副作用。这样的丹药他也有，迟迟没有服下，就是因为忌惮这副作用。可眼下，龙九道长已经服下这丹药，可是凭借龙九道长的实力，就算催动的阵法力量加强，可是对他们的帮助也不是太大。除非他也服下这丹药。 而他明白龙九道长的意思，就是也让他服下这丹药。兄弟二人共患难，也罢，那就尽快结束这一切吧。出于兄弟情谊，龙八道长也是取出了三颗丹药吞服而下。来这一套，你以为禁药这东西只有你们有吗？今日就算死，本尊也拖你们两个卑鄙小人一起走。然而魔灵王也一直在注视着龙八道长的举动，眼见着龙八道长。 也服用了那三颗丹药，早有准备的魔灵王手腕一转，同样将五颗散发着黑色气焰的丹药直接塞入口中。所以，当龙八道长战力提升的那一刻，魔灵王的战力也是得到提升，并且魔灵王的战力明显更强，同时发动的攻势也更为凶猛。这竟让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陷入了劣势之中。魔灵王，你是真的不要命了？龙八道长。 一边进行抵挡，一边凝声问道：“他知道魔灵王服用的禁药，可比他们的丹药反噬之力还要巨大。那禁药服下，基本是必死无疑的。笑话！今日一战，败者必死。你们还在这里说这些做什么？”魔灵王一边出手，一边仰天大笑。他的战意已经明显强过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疯子，你真他娘的是一个疯子！ 眼见着形势不妙，龙八道长向龙九道长使了一个眼色，而龙九道长也是心领神会。他从怀中取出一物，那乃是一道阵法，但这阵法明显不是他所布置，也不是龙八道长所布置。这阵法的布置者很强，非常之强。正因为布阵者太强，哪怕龙九道长这种存在，想要催动这阵法，也要耗费极大的力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的催动起来。 嗡，阵、嗯、法催动之后，一股传送之力浮现，瞬息包裹了住了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当那传送之力出现之后，一个巨大的光团也将魔灵王击退开来。而当光团消失之后，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居然消失不见了。想逃？没那么容易！魔灵王立刻将目光投向这岩洞的入口处，他全力感应之下，立刻察觉到。 龙八与龙九道长此时出现在了岩洞的入口处，正在向岩洞外逃去，于是赶忙追了过去。只是可惜，还是晚了一步，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已是逃了出去。该死的！此时魔灵王也是离开了岩洞，站在了那三道结界门中间，但他根本没有去看那映射着神魂的结界门，而是紧紧的盯着那只有界灵可以踏入的结界门。雪姬。 你一定要平安归来，魔灵王说话间也是取出一大把丹药吞服而下。那丹药各不相同，但药性几乎是一致的，都是抑制禁药的丹药。但从他的反应也看得出来，这些丹药就算服用再多，其实作用也是不大，因为他服用的禁药实在太可怕了。本来是想着和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同归于尽，却不曾想被他们两个跑掉了。但事已至此，他也是没有选择。 只得御空而起，继续追赶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与此同时，楚风与陶吴早已通过那道门，进入了一座大殿之中。这一座大殿很大，非常的大，只是高度就足有十万米有余，而宽度与长度则是高度的数倍。也就是他们是修武者，并且修为已经很高，视力、听力皆很强大。若是没有修为的普通人走入这样的大殿， 恐怕从这一边走到另一边都要花费许久的时间。不过这大殿虽大，但却很空旷。最以特别的是，大殿的右边不是墙壁，而是一道巨大的透明玻璃墙。透明玻璃的另一面是另外一座大殿，那座大殿的面积几乎与他们所在的这座大殿相同。而另外一座大殿的入口并不是一道大门，而是一道结界门。那结界门与先前蛋蛋他们踏入的结界门很像，因此楚风猜测。 另外一座大殿，应该就是蛋蛋他们将会进入的大殿。但两座大殿除了入口的区别之外，还有一点区别：楚风与陶武所在的大殿虽然很空荡，可实际上还是有着一个物体的，那是神魂，就是之前映射在中间那道结界门上面的神魂。只是此时这神魂就摆放在这座大殿的尽头处，而它之巨大，高足有十万米有余。可哪怕如此， 楚风仍觉得这可能不是他真正的体积，因为他虽然摆放在大殿尽头，可其实没有直接摆放在外面，而是被封锁在一座阵法之中。若是脱离阵法，楚风觉得那神魂的体积应该会更加巨大。十万米对于楚风而言已是真正的庞然巨物，若是更为巨大，那将是何等壮观！而至于另外一座大殿，则是什么都没有，是真正的空空荡荡。 陶屋前辈，这是真正的神魂吗？楚风对陶屋问道。应该就是了，毕竟这里是最终至宝，总不可能是假的吧？陶屋说道。这阵法要怎么破呢？根本没有任何提示。楚风很想得到神魂，可是那神魂虽被装在阵法之中，但那阵法很特别，不像是单纯的守护阵法。楚风目前看不出该如何破解。老夫也在想这个问题。然而。 向来什么都懂的陶吴，此时却也是皱起了眉头：“是不是要界灵进来之后才能破解？”楚风问道。“对啊，老夫怎么没想到？很有这个可能。”陶吴说道。嗡！而就在此时，那另外一座大殿内入口结界门有了反应，有界灵进来了。楚风与陶吴都是赶忙看过去，二者自然都是希望是他们自己的界灵走入其中。 而在二者注视下，果然一道身影走了进来。只是这道身影既不是桃屋的界灵，也不是蛋蛋，但准确来说，却不能说他不是楚风的界灵，因为这位来者乃是雪姬。雪姬，他不是没有主人吗？为何也能进得来？楚风心中泛起了不解，而更不解的是，雪姬进来之后，一脸茫然的观察四周，但却根本没有看向楚风与陶屋。 好像只有我们能够看到他，他看不到我们。楚风对陶屋说道：“应该是的，否则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这么无视咱们吧。”陶屋也是说道：“嗡。”而就在此时，那座封存着神魂的前方地表之上出现了两个光圈，那是结界之力形成的光圈，并且这结界之力与那封锁着神魂的阵法乃是一体。来了，楚风与陶屋知道如何破解那阵法。 能否得到神魂的关键，都在那两道光圈之中。本章完。第五千二百零六章：自称为仙的邪门歪道。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嗡！突然，两道光圈产生变化，分别衍生成了两道阵法。这阵法相同，楚风与桃屋都看得出来，他们没办法同时进入一座阵法。这是针对他们两个的考验。 他们只能分头行动，各自踏入一座阵法，甚至处于竞争状态，只有一个人能过拿到那神魂。可同时，他们也都看出这阵法极其凶险，稍有不慎会被索取性命。死。看到这阵法，哪怕是陶无也是深吸一口凉气，旋即看向楚风：“楚风小兄弟，老夫不骗你，更不是怕你与老夫争夺神魂，只是这阵法太凶险了。” 老夫劝你三思而后行啊！多谢前辈提醒，但是都来到这了，我想试试。前辈，您呢？楚风笑着看向陶吴，富贵险中求嘛，何况老夫也没那么怕死。话罢，陶吴也看向楚风。楚风小兄弟，你可别放水啊！老夫的实力可是很强的。前辈也不要放水，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战，我们都要全力以赴。楚风道：“好。” 陶吴爽快大笑，二人明明是竞争对手，可却完全没有把对方当成竞争对手，同样的也没有打算让着对方。二者不希望对方受伤，可却也会全力以赴，这是情谊，也是尊重。随后，楚风与陶吴便一同踏入阵法之中。这阵法同样没有任何限制，没有境界要求，甚至无需布阵，靠的只是技巧。所以，楚风与陶吴。 都无需解除附加在身上的结界力量，可哪怕楚风的结界力量强于陶无，但其实也没有任何优势，除非楚风的技巧能够强于陶无。二人此时已经消失在了各自的阵法之中，对于外面的情况自然也是毫不了解。至于雪姬，站在他的视角，就只是身处于在一座空旷的大殿之内。那面在楚风与陶无视角是透明玻璃的墙体，在雪姬的视角来看。 就只是一面墙壁，与其他墙壁一样，所以他自然看不到楚风与陶无。什么鬼地方？雪姬眉头微皱，面露不爽。他能走到这里，也是经过千难万险的。本以为终于可以得到好处了，却不曾想这座大殿，大事足够大了，但这里面啥也没有啊！这不是白来一场吗？嗡、嗯！忽然，身后结界门一阵蠕动。雪姬谨慎的向后望去。 果然有一次39，三十九只界灵依次踏入了这结界门之内。这些都是界灵，有男有女，分别来自魔灵界、仙灵界、佛灵界、妖灵界、兽灵界,兽灵界以及鬼灵界，唯独没有修罗灵界。修罗灵界的小丫头，要不要追随于本仙？为首的是一只仙灵界的女子，她长得很美，气质也是超然，当真如仙子灵世。但她的姿态高傲自负。 高高在上，哪怕打量雪姬也是斜着眼睛看的。可是他的实力很强，散发的气息压迫的大殿都隆隆作响。他的修为竟达到了恐怖的八品半神的境界，因此他自负，倒也有着自负的资本。从其他界灵的反应可以看出，那些界灵都已经选择追随这只仙灵界女界灵了。毕竟她当真足够强大。追随你，你配吗？可面对这样。 强大的仙灵界界灵雪姬却是一脸不屑，明明对方强出他这么多，可却也无法入他的眼。雪姬的态度自然让那仙灵界的女子柳眉皱起，目露不善。臭娘们，给你脸了是吗？区区五尊境的修罗灵界喽啰，你狂个篮子！可还不待那仙灵界女子开口，其身后一名魔灵界的壮汉便开口了。这壮汉同样不弱，不仅魔气滔天。 更是散发着七品半神的修为，你他娘的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乃龙九道长的首席戒灵，而他可是龙八道长的首席戒灵，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来自修罗灵界的小喽啰，也敢拒绝我们？那魔灵界壮汉很没素质，开口便是一阵臭骂。可对于他的臭骂，雪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他这一笑，让所有戒灵都愣住了。他为什么要笑？ 众界灵皆是不解，因为雪姬的笑容可不像是害怕。唰！突然，雪姬身形消失不见。哇！与此同时，那只大骂雪姬的魔灵界界灵则是发出惨叫。定睛一看，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雪姬不知何时来到了那魔灵界界灵身前，并且已将其踩在脚下。那踩住的地方正是那魔灵界界灵的脑袋。谁是小喽啰？ 雪姬问道：“我我我，我是小喽啰。”那只魔灵界界灵赶忙说道：“这就对了。”雪姬淡淡一笑，随后那只脚猛然落下，噗的一声，那只魔灵界界灵的头颅竟被其直接踩成粉碎，身体也是没了气息。你这一刻，莫说其他界灵，就算是那拥有八品半神的仙灵界界灵，也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因为雪姬此时，雪姬周身不仅有金光浮现，还散发着九品半神的修为，这也是为何那强大的魔灵界界灵在其面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的原因。可他先前分明感受到雪姬的修为只是武尊境而已，连武尊巅峰都没有达到。你怎会有如此力量？那仙灵界界灵问道。刚刚的通道内所得，你没有吗？哦，必然是你悟性太差。 所以空手而归，雪姬笑眯眯的看着那仙灵界界灵，难怪这么拽，原来有些本事。看来我的竞争对手就是你了。短暂的震惊过后，仙灵界界灵忽然诡异的笑了，唰！下一刻，他大袖挥动，一把银色长鞭出现手中，向雪姬横扫而来，并且原本他的修为是八品半神，可是这一击的力量却是堪比九品半神。 逆天战力，逆战一品。呵，雪姬轻蔑一笑，不退反攻。磅礴的金色气焰，如同武力一般，在其催动下变得极其凶猛。那仙灵界女子的鞭子虽是宝物，可却根本无法靠近雪姬。雪姬所得力量与楚风所得相似，虽不是结界力量，但在加强自己的同时，也产生了束缚。她自己的手段都无法使用了，兵刃也无法用。 只能运用这股力量进行战斗，可是雪姬战斗实力很强，面对自身实力强大且能使用诸多手段的仙灵界女界灵，不仅没有落入下风，反而占据了上风。眼见不妙，那仙灵界女界灵竟忽然身形一转，另一只手臂向围观的其他界灵挥去，那是一个金色光球。金色光球靠近那些界灵之后，嗡，竟释放出磅礴吸力，啊、呃！ 凡是被吸力覆盖，那些界灵皆是惨叫连连，惨叫之下，血肉飞舞，肉身碎裂，磅礴的力量也是被吸入那金色球体之中。就连被血迹杀死的那只魔灵界的界灵，也同样未能幸免。转眼间，那些界灵全部惨死，而此时仙灵界女界灵的战力则是变得更强。那金球是一种吸收他人力量来增强自身战力的宝物，仙灵界。 见此一幕，雪姬讽刺一笑：“仙灵界一直以名门正派自居，自居为先，看不起其他灵界，尤其针对修罗灵界。但这手段可却比邪门歪道还要邪门歪道。”“笑什么？他们本来就都是我的踏脚石，你们的主人也都是我主人的踏脚石。”仙灵界界灵说道。而雪姬根本不与他废话，继续攻势：“圣霞光散。”然而。 只见仙灵界女界灵大喝一声，同时手中长鞭舞动，顿时金光四散，化作无数剑雨覆盖整座大殿。而那手段之强，雪姬竟挡不下来，只能不断闪避。可是最终身上还是出现多道伤痕。此时，雪姬退到大殿角落，目光凝重。他意识到，此时的他已经不是仙灵界女界灵的对手了。他在寻找其他方法。怎么了？不是很狂吗？ 怎么跑了那么远？修罗界灵不过如此。仙灵界女界灵目露得意。哟，以杀害他人来获取力量的鼠辈，也敢看不起他人？仙灵界都这么不要脸的吗？而就在此时，一道声音自大殿角落响起。顺声望去，仙灵界女界灵也是一愣，雪姬的目光更是古怪，因为那里出现了一道身影，并且看样子，她好像在那里已经很久了。 并不像是刚进来的样子，这是一位少女，虽是少女模样，可她不仅容貌绝美，气场更是滔天，正是女王大人。本章完，第五千二百零七章小女子难养也。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哎呦，居然还有伙伴呢！该说不说，你们两个倒是我见过长得最俊的修罗界灵，但是这口气倒也都是够大的。 仙灵界界灵分别打量了蛋蛋与雪姬一眼，他下意识地便认为蛋蛋与雪姬的关系类似他与龙九道长的界灵，虽不是出自同一个界灵师，但各自主人乃是同盟，所以他们也可以联手。之所以会这样想，自然也是因为他知道每个界灵师只能有一只界灵踏入这里。别看刚刚那么多界灵跟随他，但除了龙九道长那只魔灵界界灵外，那些界灵他其实都不认识。 纯粹是在通过考验的途中将那些界灵给征服了，这丫头吗？我与她可并非同伙。雪姬立刻否认了与淡淡的关系，并且表情冷漠。哦，那我看这小丫头是打算帮你呢。仙灵界界灵说道：“我不用她帮。”雪姬说话间便再度出手，这一次不知是何原因，她的战力竟又变强了一些。呵，可是见到雪姬出手之后。 那仙灵界界灵却是露出了不屑的笑容，刷刷，啪啪，手中鞭子再度挥动。与此同时，刺耳的轰鸣更是响彻不断，每响彻一次，整座大殿都会剧烈一颤。那可不是为了威势而挥动的鞭响，那是一种攻击手段。每次鞭子发出炸响，都会化作一道肉眼可见的音波攻向雪姬。雪姬原本是想攻向仙灵界界灵的，可谁曾想还未靠近。 就被对方的攻势所逼退，并且那音波接连而至，靠近之后还会炸开，扩大攻击范围。面对这种情况，雪姬眼下只能连连逃脱。可是对方的攻势太过凶猛，雪姬就算能够暂时躲避，却也尽显狼狈。喂，别硬撑了，求求本女王，本女王大发慈悲，说不定帮你收拾了他。蛋蛋在一旁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对着雪姬大喊道，并且一边大喊。 还一边笑，只不过他笑得很是调皮，就像有意看雪姬热闹，但却也笑得很甜。没办法，谁让这丫头实在太好看了？不管是他出于什么心境发出的笑容，但只要笑就很迷人。至于雪姬，则是一言不发，就这样硬撑着。轰！突然，一道音波预判了雪姬的逃跑方向，与其前方落下。尽管雪姬及时闪躲，可那音波还是在其前方不远处炸裂开来。 音波虽未完全命中，可爆炸之后余波还是波及到了血姬。若是寻常人击中，就算不死也会昏迷。血姬倒也厉害，不仅没有撞在墙壁上，反而调整身形稳稳落地。只是力道太强，当它落地之际，余力仍使其在地面不断滑行。在那滑行轨迹之上，还有点点血迹落下。血姬受了不小的伤势，大片鲜血不断流出。喂。 还硬撑，看不出来，你还挺倔强，居然都不懂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呢。淡淡继续说道：“我本来也不是大丈夫。”雪姬说道：“那你是什么？”淡淡问道，明知故问。雪姬说道：“哦，那你是小女子。看来他们说的对，这世间唯有小人与小女子难养也。”淡淡说道：“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和什么啊？” 还有你不也是女子吗？蛋蛋这番话使得那仙灵界女界灵都听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蛋蛋好像把他也骂了，毕竟他也是女的呀。最主要是，不是把蛋蛋自己也骂了吗？本女王可不一样，你们是小女子，本女王可是大女王。”蛋蛋说道。“不知道谁小呢？”雪姬说话间故意瞥了一眼蛋蛋的胸脯，见状，蛋蛋来劲了，立刻挺了挺胸。 本女王只是长得嫩，但该大的地方可不小。蛋蛋挺胸说道：“真别说，确实不小。”小丫头，你就别显摆了，这里又没男的，你显摆给谁看？况且像是谁没有似的。仙灵界女界灵倒也好强，说话间也是挺了挺胸脯。虽说颜值不如蛋蛋与雪姬，但这胸也是不小。话说，你真不帮她吗？若真不帮她，那她可就要死了。 仙灵界女界灵说话的时候，却也始终在向雪姬发动攻势，但不知为何，攻势倒是减缓了许多。这使得哪怕雪姬身负重创，可是却也能够暂时应对自如了。不帮不帮，你先灭了他，咱俩再一决胜负。”淡淡说道。“好。”仙灵界女界灵点头应下。可不知为何，她对雪姬的攻势始终不如先前凶猛，就像是受到了某种限制一般。 刷。可突然，那仙灵界女剑灵一个转身，将鞭子对准了蛋蛋。那鞭子散发光芒，竟有数条金龙自鞭子飞掠而出。这是比音波更强的攻击手段。但那金龙却并没有向雪姬攻去，而是向蛋蛋攻去的。他早就察觉到了蛋蛋不简单，虽然还没有交手，但只凭借蛋蛋散发的那股自信，他就意识到蛋蛋可能不弱于雪姬。别看自身修为弱。 但搞不好也从刚刚的考验中获得不菲的力量，所以他故意与蛋蛋闲聊，可实际上却是暗中酝酿手段，想突然一击，直接将蛋蛋这个潜在威胁灭掉。只要把蛋蛋灭掉，那雪姬自然也不是他的对手。轰！数道金龙不仅威力强大，速度更是极快，同时落在蛋蛋所在的位置，掀起滔天涟漪。可偏偏仙灵界女界灵。 却是眉头微皱，原来淡淡的身影却早已腾空而起，完美的躲开了攻势，居然早有防备吗？仙灵界界灵略感遗憾，他见此一幕便明白，淡淡虽然嘴上一直在说话，可实际上注意力却是高度集中，比他想象的还要难对付，并且他猜对了，此时淡淡身上也是浮现出与血肌一样的金光，而那金光附加的修为同样是半神巅峰，但让他意外的是。 蛋蛋刚刚躲避时，释放出了很强的力量，无法根本无法躲开他暗中蓄力的一击。只是那手段一闪即逝，他也没有看清蛋蛋是怎么做到的。可也让他意识到，这个小丫头片子的确比另一个要难对付。本章完。第五千二百零八章，有点意思。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喂，干嘛突然对本女王出手？ 你这仙灵界的小女子还真是卑鄙啊！聊天都不好好聊，居然敢打本女王！不过本女王今天高兴，我不欺负你。你先收拾了那个小女子，本女王再与你交手。蛋蛋被偷袭，可却也并没有生气，这倒是让仙灵界女界灵有些意外。小丫头，你倒是好气魄，修罗灵界少有你这样的正派的界灵。那好，本仙尽快解决掉那个丫头。 再来与你公平对决，仙灵界界灵此话说完，便再度向雪姬发动攻势。起初他也有提防蛋蛋，可发现蛋蛋真的没有对他发动进攻的意思，便也开始全力的对付雪姬，是真的想尽快解决雪姬，再来解决蛋蛋。嗡、嗯！然而此时的雪姬不再闪躲，竟向仙灵界界灵攻了过来。此时雪姬的战力大涨，竟能与仙灵界界灵战个平手，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突然变强了这么多？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仙灵界女界灵可谓一脸懵逼。不对，她身上的金色光芒有了变化，她在燃烧那附加的力量，压榨那力量。但很快，她也是发现了端倪：雪姬身上加持的力量产生了变化，仿佛是在燃烧，加快这力量消失的速度。但也正是这种变化，才让雪姬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这修罗界灵也是有些手段。 竟能够燃烧附加在身上的力量，以加快消失为代价增强力量。不过这种手段绝对无法长时间施展，这力量很快便会压榨光。那个时候，凭借你自身修为，你拿什么来与本仙一战？看透了血姬的变化后，这仙灵界女剑灵倒也不慌了。虽说现在的血姬完全有与他一战之力，可却也难以胜他。只要他与血姬消耗下去，那么血姬必败无疑。 噗！可突然，一道滚烫的液体自其胸口喷溅而出。低头观望，竟有一只小手冻穿了他的心脏。那小手本身很美，但此时却遍布鲜血，看上去如此的可怕。而回头一看，是蛋蛋。蛋蛋不知何时来到了他的身后，更是用手掌从背后洞穿了他的心脏。此时，蛋蛋身上的力量也是出现了与血迹一样的变化，也在燃烧。 并且燃烧速度更快，这也就使得蛋蛋此时那附加的力量更强，所以蛋蛋才能在其全力与雪姬交战的时候对其发动这样一击。你这妖女，言而无信！仙灵界女界灵气的咬牙切齿，因为她能感受到这一击乃是致命的。于是她不顾一切，挥动手中长鞭，便想向女王大人发动攻势。嘿 <Hey>！可只见女王大人咧嘴一笑。 随后手臂一挥，撕拉，那仙灵界女界灵竟被女王大人以手臂为刃斩成了两段，落地之时已是没了气息。可她不仅维持着暴怒的表情，更是怒目圆睁，是真正的死不瞑目。和你这种贱人讲什么信用？女王大人甩了甩手，血液便被其全部甩掉，又恢复成了美丽干净的模样。随后看向了雪姬，此时无论是女王大人。 还是雪姬身上的力量都恢复了正常状态，可雪姬却是气喘吁吁，显然先前的交战对她而言消耗不小。怎么样，我这手段不错吧？女王大人对雪姬说道：“你这小丫头倒是有些想法。”雪姬对女王大人说道：“原来刚刚女王大人表面嘲讽雪姬，实际上却是暗中传音传授雪姬燃烧那附加力量的方法。” 所以血姬能够燃烧那力量，完全是因为蛋蛋，这是蛋蛋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虽然他与血姬一样都获得了半神巅峰的力量，可这力量束缚太大，这使得他们很难与那仙灵界女界灵抗衡。毕竟人家是自己的本事，没有任何束缚，可以使用诸多强大的手段。而面对这种对手，出其不意就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蛋蛋并没有一开始就直接与血姬联手。 反而是暗中传授雪姬这个燃烧力量的方法，让雪姬与那仙灵界女界灵周旋，而他在趁机燃烧出更强的力量，且在那仙灵界女界灵无心防备他的时候施展致命一击。那现在就只剩我们两个了，也别说本女王欺负你，给你时间调整。淡淡此话说完，便直接转身去翻那仙灵界女界灵，看看能否有所收获。而这仙灵界女界灵身上还真有宝物。 无论是刚才吞噬戒灵的球体，还是手上的长鞭，都是宝物，真是卑鄙！只是观察之后，蛋蛋却是直接将那些东西丢弃。他已经发现，这女戒灵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阵法，当她死去之后，那阵法便会释放力量，使得其身上的所有宝物都会失效。现在那些宝物虽然还在，但却已经丧失法力，就是一堆废品。就连仙灵界女戒灵身上的丹药。 也都没有了任何效果，至于其他界灵，那更不用说了。先前连人带物都被那仙灵界女界灵的宝物吞噬了，伴随着仙灵界女界灵的宝物化成无用之物，现在自然也是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有人这么不要脸？真是晦气！呸！女王大人空欢喜一场，也是忍不住怒骂一声：“你干嘛去？”可忽然，淡淡看向雪姬，她发现雪姬已经走到了大殿的入口处。 那个样子，好像是要离开，我便不与你争了。还有，刚刚谢了。话罢，雪姬便踏入了结界门，消失在了大殿之内。先前通过考验的时候，他们便都知道，进入这大殿只有一次机会，若是离开了，便无法再进来了。而看着雪姬当真离去，倒是让女王大人也是有些意外。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眨了又眨，似乎有些想不通，但很快。 似乎又像是想通了什么，于是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有点意思。本章完，第五千二百零九章：神魂真身，威震星空。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哗啦啦！可就在此时，一阵刺耳轰鸣响彻，大殿也随之颤动起来。这突然变故，使得女王大人身上的力量顿时又变成了燃烧的增强状态。 他还以为是大殿内还有其他界灵，可顺声观望才发现，闹起这么大的动静，原来是大殿的一面墙壁竟然崩塌了。那声响是崩塌所致，因为那墙壁面积太大，因此崩塌后的墙壁化作无数玻璃碎片，如同小型山脉一般堆积在了地面之上。那就是神魂啊，居然这么大！看来本女王是最后的胜利者了。居然这么简单，因为有玻璃碎片阻挡。 女王大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巨大无比的神魂，可很快他又察觉到了不对，他发现了楚风的气息，他赶忙御空而起来到另一座大殿之中。这阵法内，楚风是在破阵吗？尽管楚风面前有两座阵法，可淡淡还是一眼就看出楚风是在哪座阵法之中。这阵法感觉好凶险，真是不听话！不是都说了不许冒险吗？女王大人。 不仅发现点了楚风的位置，还看出了那阵法的凶险性，这让女王大人顿时有些生气。可是她那美眸之中更多的确实担忧，她眼中忧色之浓，甚至完全没有心思去打量的神魂，而是紧紧的凝视着楚风所在的阵法。臭楚风，你可一定要平安的出来啊！淡淡此时紧张的袖子下的小拳头都是握得更紧了。隆隆隆，然而忽然之间。 那座神魂剧烈的颤动了起来，楚风所在的阵法之内闪烁起奇异的光华，那光华之内乃是无数符咒纹路，那乃是结界奥义。结界奥义自阵法延伸，冲向了封存神魂的阵法。当那结界奥义覆盖巨大的阵法之后，那巨大的阵法竟立刻瓦解。嗡 <Wow>！这一刻，大殿内的一切都消失了，楚风阵法全部消失，就连他自己。 也不是站在大殿之内，而是进入了浩瀚星空之中。一眼望去，无尽星辰世界数不胜数。身处这样之地，让蛋蛋也感觉自己极其渺小。而除了他之外，还有一物也进入了这浩瀚星空，那便是神魂。只是此时的神魂却变得更为巨大，它之巨大，超过无数星辰世界，可容纳亿万生灵、无数山川江河的世界。 在其面前，就像是一颗沙粒那般渺小。这等景象下，何止壮观？无需展示任何力量，可神魂却已给人一种可镇压世间万物的强大之感。也就是它并非活物，只是一种力量。如若不然，淡淡猜测，只要他想，挥手之间便可让无数星辰世界毁灭。有趣，有趣，这才像修武界仅有的九大神魂之一吗？看到如此神魂如此强大的一面。 蛋蛋不仅不怕，反而目光炙热，非常兴奋。嗡、oh.！突然，这巨大的神魂却化作一缕光束，向蛋蛋冲击而来，最终落入了蛋蛋的眉心。刹那间，可碾压无数世界的庞然大物化作滔天光束，凝聚于渺小的身影之中。当神魂全部融入蛋蛋眉心之后，在其眉心处也是留下了一道很小的印记。那印记很奇特，但竟不失美感。 落在蛋蛋这绝美的脸上，不仅没有影响美感，反而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可蛋蛋却根本顾不得容貌变化，因为那神魂现在就在他的眉心之内。好厉害！如此巨大的神魂，居然能够凝聚于我的眉心之中，倒是收缩自如吗？不过这力量若真能全部为我所用，那简直不堪设想呀！我在修罗灵界也可以横着走了吧？女王大人欣喜若狂，笑得合不拢嘴。 那巨大无比的神魂，如今就封存在他的眉心之中，他能感受到那神魂有多强大，只是这神魂的力量却无法为他所用，甚至现在那神魂和他一点联系都没有，可以说他的眉心就只像是一个容器，神魂只是待在这里，除此之外与他一点关系没有，这感觉就像是楚风丹田内的九只雷霆巨兽，楚风也能感受到。 那雷霆巨兽的厉害，只是那雷霆巨兽的力量却并没有完全给予楚风，但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楚风虽无法使用雷霆巨兽的可怕力量，但无论是雷纹、雷霆铠甲，还是楚风那强大的战力，其实都是雷霆巨兽赋予的。但这神魂虽也厉害，可现在却什么都没有赋予蛋蛋。蛋蛋等于得到了神魂，可却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蛋蛋，忽然。 楚风的声音响起，听到这个声音之后，蛋蛋只感觉周围景象再度变化。很快，他就从那浩瀚星空之中回到了大殿之内，而楚风就站在他的面前，已经从阵法内走了出来。楚风，我得到神魂了，现在就在这呢，就在这。楚风，你真棒！我能得到神魂，都是靠你。蛋蛋激动的向楚风汇报了这个好消息，还用手指着自己的眉心处。所以。 你额头的印记就是神魂，那你修为怎么没有变化？是需要修炼吗？还是需要领悟？楚风接连问道。那神魂的强大，楚风也是有所感受，虽不及淡淡刚刚的感受深，但也知道神魂是怎样厉害的东西。可这样厉害的东西，不是应该得到后应该有一定变化的吗？除非还没有融合，就比如自己体内那颗神树种子，虽然神树种子。 应该比不过这神魂，但楚风一直觉得那神树种子也是非同小可，否则怎么可能那强大到无法估量的雷霆巨兽都迟迟无法将神树种子击败？不过说起来，雷霆巨兽好像很久没有对神树种子发动攻势了，这倒是一件好事。毕竟只要他们两个干架，楚风的修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我也不清楚，还要再研究研究。你怎么样？没有受伤吧？ 淡淡看到楚风之后，满眼就又全都是楚风了。哪怕神魂那样厉害的东西，他也没有心思现在去研究，反而仔细研究起楚风。不，不是研究，而是打量。从下到上，从上到下，甚至从外到内，又从内到外，仔仔细细的打量，生怕楚风受了什么伤，他没发现。我的女王大人，你再这样，都把人家看光了，怪不好意思的。楚风嘿嘿笑道，因为。 淡淡举止大大咧咧，是真的会拉开楚风的衣服向里面瞧，是一点都不顾及。七，你什么样我没见过。淡淡鄙夷的看了楚风一眼，但随后却欣然一笑，因为他已经确定楚风的确没有负伤。没受伤就好，没受伤就好。淡淡笑道。对了，我刚刚见到雪姬了。淡淡说道。所以雪姬被你击败了？楚风之所以这样问。 是首先，血姬不在这里，还有就是蛋蛋已经得到了神魂，是最终的获胜者。倒不是被我击败了，是他主动弃权了。蛋蛋说道：“弃权了，他没有和你争。”楚风嘴巴微张，有些意外。嗯，蛋蛋点了点头。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一十章，这男子父母还真不简单。小说《修罗武神》，作者。 善良的蜜蜂，看来雪姬并不知道这神魂的厉害。楚风分析道：“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如陶屋这般见多识广，恐怕魔灵王和龙八、龙九两位道长，也只是知道那宝物不简单，但可能都不知道这是神魂，甚至可能都未必听说过神魂。就别说是雪姬了，他就算是不知道这是神魂，不知道它具体作用，但他也应该能够感受得到这神魂的强大。” 以及对界灵的帮助，淡淡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楚风问道。“你还记得我在入口前说，如果没有那么多半神境的人就好了。”淡淡说道。“记得。”楚风当然记得，并且当时还查探到了淡淡的情绪变化。他意识到情况不简单，便问淡淡怎么了。只是淡淡却无论如何都不肯说。我早就感受到了，此处有对戒灵极大帮助的至宝。 这是本女王从未感受到过的吸引力，所以我才会说那样说。只是我怕你知道此事，又会不顾一切的拼命帮我争取，所以才没告诉你具体原因。”淡淡说道。“原来是这样。”楚风终于明白。但是既然我都能感受得到，我觉得雪姬也一定能够感受得到。毕竟她只是弱于本女王一点点，对比其他界灵，她还是非常强大的。”淡淡说道。“原来雪姬也能感受到吗？” 可若他能感受到，居然放弃了，那还真是有些意外。在楚风印象中，雪姬是一个唯利是图、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的可怕女人，何况是神魂这样的宝物。但倘若真如蛋蛋所说，雪姬知道这神魂的厉害，还选择了放弃，那的确有些意外。这不像是他所认识的雪姬。也许，她没想象中那么坏，谁知道呢？ 淡淡笑得意味深长，而楚风也是若有所思。血姬的确是让人捉摸不透。叽叽叽！可就在此时，一阵古怪的声音传来。顺声观望，楚风顿时脸色大变。是桃武所在的阵法。虽然神魂已经没有了，那封存神魂的巨大阵法也消失了，可是桃武所踏入的阵法还在，并且此时那阵法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极为危险的气息。 楚风小兄弟，老夫出不去了，快救我！与此同时，那阵法之中也是传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听那声音，情况很不乐观。前辈莫急，晚辈这就来救你。楚风说话间，便来到了那阵法之前，可是却发现，想要将桃武解救出来并不容易，需要运用自身结界之力才行。但那加持在身上的结界力量还在呢，想要运用自身结界之力。 就只有将这结界力量解除才行。可是这结界力量可是半神巅峰的力量，万一龙八、龙九两位道长杀进来了，有这力量在，起码还能周旋一下，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若是没了，蛋蛋，这里全靠你了。楚风看向蛋蛋，这话的意思就是，倘若有人进来，就只能靠蛋蛋来挡。毕竟楚风已经感受到蛋蛋的身上同样也有加持的力量在。 并且也是半神巅峰，有我在，你全心救他即可，不必操心其他事。但是你也要你小心一点。”淡淡对楚风说道。若正常来说，淡淡才不管陶无死活，他是不想楚风掺和此事的。他能感受到陶无那阵法此时的危险性，可是淡淡太了解楚风了，并且他也尊重楚风的选择，所以没有任何相劝，反而是无条件的支持楚风。 至于楚风，直接解除了那附加在身上的结界力量。这一刻，楚风的修为也是恢复到了本来的实力。但是与此同时，楚风体内的结界之力也是如潮水一般涌现而出，瞬间覆盖了自己，也覆盖住了那困住了桃屋的危险阵法。虽说想要破开这困住桃屋的阵法，需要用自身结界之力，但是对结界之术境界同样没有要求，更多的是还是技巧。 这对楚风而言，好消息，可坏消息就是这阵法太难破了。哪怕楚风在月灵先祖那里领悟到了传承，如今破阵技巧大大增加，可是面对这阵法，一时之间竟也是无从下手。他只能减缓那阵法继续恶化的速度，首先避免陶屋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这种减缓却也非常耗费结界之力的手段，对楚风会造成极大的负担。可楚风没有办法。 在没有解决方案之前，只能以这种方法来保护陶屋。与此同时，这魔棺入口之外，一名中年男子欲空而立，他手握一颗碎裂的珠子，那珠子散发鬼灵界的气息。我那进去的界灵死了，果然有那些人物在，我也是很难有所收获。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该冒这个险。中年男子望着魔棺入口，他的修为不弱，乃是半神境。 并且并非寻常半神，但他所披着的戒灵长袍一看就并非凡物。虽说戒灵长袍并未展现出他的结界之术境界，可往往只有以结界之术为主修的戒灵师才奥会身披戒灵长袍。由此可以推断，这中年男子的结界之术多半还要在武者修为之上。他同样也是一个强大之人，而他刚刚也曾到达魔关最底部，见到了那三道结界门，并且通过考验。 进入了最后的岩洞，只是刚刚进入，便见到了龙八、龙九两位道长在与魔灵王生死交锋。见到这个场面，他知道贸然闯入也必然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便直接退了出来。只是他虽然能退，但他的戒灵似乎不能，于是便一直等待着他的戒灵出来。毕竟因为一只戒灵的限制，他派进去的戒灵乃是他所有戒灵中最强的，那可是鬼灵界中。 拥有特殊血脉的界灵，所以除非逼不得已，否则他也不会放弃。可就在刚刚，那界灵的魂珠碎裂，这多半预示着他的界灵已经死了。唉，看来有的时候侥幸心理不该存在。男子叹息一声，多少有点伤感，倒不是因为那界灵的死亡，而是感觉自己损失了一样厉害的手段。娘子，辉儿，咱们走吧。忽然，男子回头。 原来他的身后还站着两人，那是一名妇人和一名小辈男子。妇人有着几分姿色，穿着也是颇为华丽，气质不凡，想必年轻之时那也是倾国倾城般的美人。而那名小辈男子，楚风若是见到，定会认得，他正是楚风之前在岩洞之内所遇到的那位有着较为出色破阵能力的借灵师。当时他想抢夺楚风的蓝色石头，反而因技不如人。 被楚风给抢了，后面他不服气，便去叫来了司徒界灵门的小辈，想借助司徒界灵门小辈为自己出头，却不曾想楚风那般胆大，居然连司徒界灵门的小辈都不放在眼里，直接将那些小辈的修为给废了，而他则是逃之夭夭。庆幸的是，楚风倒也没再为难他，但是他可没打算放过楚风。回来之后，便立刻将经过告知了自己的父母。 因为他有一点倒是没有吹牛，他的父母的确可以给他撑腰，这也是他见识到楚风的实力后，也不惧楚风的底气所在。就这么走了？你儿子可是被这个不知道哪来的野东西给欺负了，此子未除，咱们怎么能走？美妇人说话间拿出一张通缉令，那正是司徒界灵门发布的捉拿楚风的通缉令。他很清楚，正是通缉令上这个家伙欺负了他的宝贝儿子。 若不将此人碎尸万段，难解他心头之恨。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一十一章将死的魔灵王。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此子若是遇到，必然不会让他好过。可这不是没有遇到吗？你怎知道他还在这里？说不定早就走了。在这白号乃是浪费时间。中年男子说道：“你不会观察一下吗？” 以你的修为，若将你的感应力若是彻底张开，会无法确定他的位置。美妇人颇具怨言，她是觉得男子对儿子被欺负一事并未上心。妇人之人，这里只有我们吗？若只有我们，我当然可以无所顾忌，我直接封锁这片天地，直接抹杀所有人，一了百了，何须浪费时间？中年男子面露凶狠，他可不像是说说的，他眼中的狠色足以说明。 这种事情他真的做过，他也是一个杀人毫不手软的狠辣之辈，并且是毫不在乎是否滥杀无辜的那种狠辣。但这里还有其他大人物在，那是我暂时也得罪不起的。我若施展那般手段，那就是对他们的冒犯和挑衅。魔灵王道也罢了，图腾九道，我哪招惹得起？你是想我死吗？中年男子问道。我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美妇人赶忙解释：“看得出来，他虽蛮横，可骨子里却也惧怕中年男子。况且说白了，还是咱们儿子技不如人，要多多修炼。”中年男子说道：“咱们儿子天赋已是很好，还不是你这个父亲不传真本领？”美妇人抱怨道：“父亲，您就把您的真本事传给我吧，不然总是被人欺负，这滋味可不好受。”那小辈男子说道：“辉儿，不是为父不传授你。” 而是需要自己领悟，你领悟不到精髓，为父也是没有办法。”中年男子说道。“可是父亲，既然要我领悟，但也总要让我领悟完整的。儿子没有不敬之意，只是您口头传授，肯定不如祖地完整。”小辈男子说这话的时候，也是有些胆怯，看得出来他也很惧怕自己的父亲。为父传授给你的，的确并非真正传承，但却也是让你打好基础。 这对你将来会有极大帮助，包括回祖地的时候。”中年男子说道。“可是父亲，我这基础都这么多年了，要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您不也说小辈之时领悟才是最好的吗？再等下去，我都不是小辈了。”小辈男子说道。“罢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就带你回祖地领悟吧。但你若领悟不到，可就是你自身问题了。”中年男子说道。“真的吗？” 听闻此话，那青年也是顿时大喜。祖地，那可是他做梦都想去的地方。为父以及你爷爷，还有咱们岳家先祖，都是在祖地领悟的本领。之前一直没带你去，是觉得你的底子还不够。为父这些年一直锻炼你的悟性，也传授了你一些与祖地传承相关的结界之术。你现在去，正常来说应该会有所收获。所以，辉儿可别让为父失望。 中年男子说道：“父亲，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小辈男子十分激动且自信满满。那这个家伙呢？就这样放过他？美妇人护子心切，她更关心的却还是对楚风的报复，自然不会放过。敢欺负我月亮的儿子，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他迟早会死在我的手中。中年男子目露凶光，已将楚风列入他心中的必杀名单。 这才像我崇拜的恋哥哥。见中年男子这般，那美妇人也是趴在了中年男子怀中，从一个凶悍妇人变成了一个娇羞的妇人。而中年男子也是顺势将美妇人搂在怀中，看似十分亲密。对此一幕，那小辈男子倒是没有太大反应，显然对于自己的父母，他早就习惯了。这股气息是龙八、龙九两位大人，他们又回来了。 看来魔灵王并没有追上他们。忽然，这自称月恋的男子将目光投向魔棺入口，明明那里什么都看不到，可他却是察觉到了什么。罢了，反正此地宝物与我无缘，还是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话罢，月恋便赶忙带着自己的妻儿离开了此地。至于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则是很快又来到了这魔棺的最深处，并且再度进入了那最后的岩洞之中。此时的他们。 都很是虚弱，尤其是龙九道长，还需要龙八道长搀扶，否则恐怕站立都难。八哥，那魔灵王会不会再回来？龙九道长有些担心。不会，现在的他应该已经在受禁药反噬，性命都保不住了，哪里还有力气来找咱们？龙八道长说道。那我们要进去吗？龙九道长问道。还是封锁状态，就算知晓破门之法，咱们也进不去，恐怕还要等一等。 龙八道长打量了一下那道门后说道：“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的让两个无名小辈拿到那宝物吧？虽不知那是何物，可我能感觉到那宝物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宝物，绝对不能错过啊！更不能便宜了那两个无名小辈。”龙九道长说道：“那两个人虽是无名小辈，但却能够忍受刚刚的考验，获得强大的力量，也是有不凡之处。我现在也受尽要反噬。” 现在的我与他们交手，还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不过也别慌，我早早的便通知了哥，他距离这世界也是不远，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赶来。等他赶到，谁还能与咱们兄弟争锋？龙八道长笑得很是自信，而听到这番话，脸色苍白的龙九道长也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的那位七哥可不是神袍界灵师，而是真龙界灵师。只要他来，莫说此地。 只是喽啰，就算隐藏天地诸神，他们兄弟三人也不放在眼中。与此同时，魔关入口极远的地方，雪姬正在御空而行，一边御空而行，一边向下观望，认真的寻找着什么。忽然，雪姬锁定了目标，她御空而下，将手摸向前方。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可她的手却被挡住了，那是无形的屏障。雪姬取出一把钥匙，便出现了一道结界门。 穿过结界门，一个人躺在其中。这个人正是魔灵王。魔灵王蜷缩在地上，浑身不住的颤抖，还发出低沉的哀嚎，哪里还有之前的威风？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看到此时的魔灵王，雪姬也是眉头微微皱起。他看得出来，魔灵王已是性命不保。雪姬，是我糊涂了，我就该听你的，要早早提防那两个老东西。他们出尔反尔，联手对付我，我无奈之下。 只得吞服你给我的封禁修罗丹，现在遭受了反噬。”魔灵王说道。“你吞服了几颗？”雪姬问道。“你给我的，我都服下了。”魔灵王说道。“你疯了？那是会死的。”雪姬说道。“我知道，我命不久矣，但是见你安然归来，我也可以安心的死去了。只是我死之前，却仍有遗憾，那就是未能娶你为妻。” 魔灵王看向雪姬，满眼深情，可雪姬却并未回答。雪姬，我不想违背你的意愿，所以我们认识这么久，我都没有碰过你一下。现在我命不久矣，能否满足我一个小小心愿？魔灵王看向雪姬，可雪姬依然没有回答。雪姬，让我抱一下吧。魔灵王又说道，语气竟是祈求的。都要死了，还想着这档子事。 你若能成为真神巅峰，我可以考虑。”雪姬说道。“真神巅峰吗？那看来我只能遗憾的死去了。”听到“真神巅峰”这四个字，魔灵王面露苦笑。莫说已是快死之人，就算他不会死，还可以健康的活下去，正常的修炼，可那种境界，怕也是他此生难以触及的。刷。可就在此时，一颗丹药落在了他身前。那颗丹药。 通体漆黑，但仔细观看，仿佛蕴藏着一个世界。那世界内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会将人挫骨扬灰。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一十二章：领悟新的破阵之法。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这是什么？看到这颗丹药，哪怕是魔灵王也是下意识的向后退去。他感觉到了极为可怕的东西。此乃我修罗灵剑。 魂散重铸丹，雪姬说道：“他好危险，有何作用？”魔灵王问道：“服用它会很痛苦，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行尸走肉，被折磨多年后才能死去，但也有一线生机，是将死之时搏命的丹药，若能重生，还会获得丹药内的力量。”雪姬说道：“那机会有多大？”魔灵王问道：“修罗界灵服用半神巅峰的话。” 大概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但你非修罗界灵，机会将大大减小，大概只有千分之一。”雪姬说道。“千分之一？”听到这个概率，魔灵王也是愣住了。“那无意义，就是必败啊！”“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若不想，我不勉强。”雪姬说道。“呵。”可突然，魔灵王笑了。“千分之一，对常人而言是绝望，但对我而言却是希望。” 魔灵王说话间，便将那颗丹药拿了起来。我提醒你一句，若是失败，你不会立刻死，也会活很久，但活着的日子会很痛苦，是真正的生不如死。此丹在我修罗灵界虽也是珍贵之物，可但凡见过那些失败之人是何下场的，宁愿死也不会选择用它来博取一线生机。不是不想活，而是害怕成为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雪姬提醒道。 我魔灵王不是不怕死，也不是不怕受折磨，但魔灵王看向雪姬，眼中尽是深情。他没有把话说完，而是直接将那颗丹药吞服了下去。啊、呃！丹药入体，魔灵王发出了无比悲惨的叫声。忍住，这种痛苦会持续三个时辰。但你记住，若是失败了的话，你将承受的痛楚将是此时的千万倍。雪姬此话说完。 便走出了这封锁的空间，而哪怕走出了那空间，却也能隐约间听到魔灵王的惨叫。尽管声音很小，但却极为悲惨。可听，哪怕如此悲惨的叫声，雪姬那绝美的脸颊却没有一丝波动，尽显冷漠，就仿佛魔灵王是死是活，他其实并不在乎一样。他望向夜空，目光深邃，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此时，魔棺最深处的大殿之内。 楚风仍在全力破阵，一边拼命维持阵法，避免其继续恶化，一边绞动脑汁寻找破解阵法的方法。可是楚风现在所学有限，天师拂尘又不给予任何帮助，真的可以说是毫无办法。不行，一定要将陶无前辈救出来。现在陶无的声音越来越弱，这样下去恐怕将性命不保。楚风不会放弃陶无，虽然相识甚短，可陶无如何待自己的？ 楚风却是心中有数，那句“一条船上的兄弟”更是始终萦绕于楚风心头。陶屋他一定要救，有办法要救，没有办法创造办法也要救。对，创造。楚风想到这里，便开始重新思考自月灵祖地所领悟的传承。他离开祖地之前还尚未完全领悟，后面是自己慢慢顿悟，如今几乎已经完全掌握了月灵祖地所记载的传承。可正因完整掌握之后， 楚风却发现，那传承本身便并不完整，并且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完整的传承将极为强大，强大到超乎想象。楚风不知是月灵先祖这传承本身就不完整，还是月灵先祖没有将完整的传承留下。但自己也许有机会通过现有的手段领悟出新的手段。楚风认真思考，大脑飞速运转，就连他的结界血脉也是有了反应。 如沸腾一般，在其血液快速奔涌，但楚风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破阵以及领悟那传承之上，所以他根本没注意到。当他结界血脉沸腾之际，这整座大殿都剧烈颤动，尤其是那所释放的结界之力，更是如猛兽觉醒，肆虐咆哮。强大的冲击力使得淡淡的不由向后退去。倒不是那真的具备着威力，可那威势令人畏惧。 哪怕淡淡也是有些惊恐，这种感觉就像是神雷异象一般，明明不具备真正的杀伤力，可是那威势却仍是让人害怕胆寒。怎么会突然这样？是楚风做的吗？淡淡美眸看向楚风所在，因为他在这股威势面前感受到了楚风的气息。而楚风在这种结界血脉的加持之下，头脑也是越发清醒。没过多久，他竟真的从月灵先祖传承之中。 领悟出了一种新的破阵之法，这种破阵之法更为精湛，妙不可言。虽然所悟不多，但是至少已是可以破解眼前阵法。楚风本想趁此机会继续领悟，这样破阵也更容易。只是奈何不知是自己悟性有限，还是那传承基础有限，楚风无法领悟更多，所以只好作罢，转而开始破阵。虽然现在所领悟到的破阵之法，来破解这困住桃屋的阵法。 需要很久的时间，可总归是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点曙光。时间流逝，那封锁一切的结界之力终于退去，而两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正是楚风与陶吴。此时陶吴早已陷入昏迷，并且身负重创，血肉模糊，仿佛遭受了酷刑。楚风虽并未负伤，可却极为虚弱，正在给陶吴反喂食疗伤丹药。楚风，你怎么样？ 蛋蛋赶忙跑到楚风近前，蛋蛋别担心，我没事。楚风咧嘴一笑，随后便开始布置疗伤阵法，想帮桃屋疗伤。可傻子都看得出来，此时的楚风有多虚弱。他不仅浑身被汗水浸透，皮肤惨白中带着铁青，最主要是他整个人比之破阵之前瘦了一大圈，那气息更是虚弱到快要没有。还没事，你都虚弱成什么样子了，楚风？ 你不能继续布阵了，这样会很危险。”蛋蛋劝道。“没事的，蛋蛋，我挺得住。”楚风一边笑着安抚蛋蛋，一边继续布置疗伤阵法。真是拿你没办法，楚风，别怪我，都是为你好。”蛋蛋没有办法，小手轻轻放在楚风肩膀之上，随后一股力量涌入楚风体内，楚风便直接昏迷了过去。蛋蛋知道劝阻无用，便只得强行将楚风弄晕。 而蛋蛋借机搀扶住楚风，让其得以平躺下来。蛋蛋为了避免楚风继续消耗自己，只得使用这种方法让来楚风休息。轰！可就在此时，那店门被打开了，紧接着两道身影走了进来，乃是龙八道长与龙九道长。此时他们的脸色虽然仍是有些不好看，可是他们的气息却是恢复了不少，至少不像之前那般，像是快要死了一般。 哟，Yo, 好俊俏的丫头，你该不会是这两个无名小辈的界灵吧？进来之后，龙八道长便调侃起来。龙九道长虽未说话，可苍老的脸上却挂着阴冷的笑容。他们二人都展现出了极度的自信，就宛如楚风与陶吴已是年板上的鱼肉。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一十三章可毁星域之存在。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 蛋蛋没有说话，美眸却变得冰冷。这两个无名小辈怎么了？怎么昏死过去了？是不是这里的最终至宝不认可他们，所以他们遭到了反噬？一边说话，龙八道长一边打量大殿，其实是在寻找最终至宝。滚出去！可突然，女王大人开口了，语气极为不善：“一个小姑娘说话也敢如此横，让我们滚出去！你可知道我们是谁？” 龙九道长怒声问道：“相比于龙八道长，他这一开口便彰显了他的愤怒。毕竟他早就对楚风与桃屋二人心怀怨念。我管你们是谁，不想死的就滚出去！”淡淡说道：“臭丫头，我看你是欠教训。”龙九道长说话之间，衣衫舞动，结界之力化作无数剑矢向淡淡飞掠而去。这一出手就是要淡淡的性命。毕竟。 他可是尊龙神袍，拥有堪比八品半神的力量。而这结界剑矢虽只是其随手攻击，可攻击密度之大，且战力没有丝毫留守。若是旦旦修为在八品半神之下，不仅会当场毙命，更是会血肉模糊、肉身不整，死相极为难看。但龙九道长的攻势只是针对蛋蛋的，并没有想索取楚风与陶屋的性命。之所以没有索取，是他发现大殿内。 并没有发现所谓最终至宝，因此便怀疑可能已经在楚风活着逃无身上，自然便不能杀。刷。可就在龙九道长刚刚出手之际，淡淡身形一动，竟瞬息间来到那结界剑矢之前，手臂一挥，结界剑矢瞬息粉碎，并且强大的金光向龙九道长吞噬而去。该死，这丫头竟也！直至此时，龙八道长才反应过来。 难怪淡淡一只武尊境界灵，胆敢如此放肆。袁氏也在此地掌握了半神巅峰的力量，不过还好龙八道长就在龙九道长身旁，所以他立刻出手挡下了淡淡一击。可淡淡身上金光开始燃烧，随后干脆一掌轰向了龙九道长。龙九道长赶忙布置防御阵法，轰！可那防御阵法在淡淡的一击之下，竟立刻粉碎。 余力扩散，龙八道长与龙九道长也是被击退开来。龙九道长被护在身后，倒是没事；可是正面遭受余力攻击的龙八道长，却是一口鲜血喷涌了出来。这丫头，龙八道长满眼意外，蛋蛋的力量可比他预想的要强得多。尽管他现在因为禁药反噬，战力大减，可就算没有减弱，面对这样的蛋蛋，他也不敢说有十足把握。 刷刷，而就在此时，蛋蛋的攻击再度袭来，手掌如鹰爪，并且美眸尽是杀意。蛋蛋，这就是奔着要他们性命来的。不过这一次，龙八道长干脆不动了，没有躲避，也没有还击。不是没有力气了，而是他不想了。不仅如此，反而嘴角露出了诡异的笑容。不仅是他，龙九道长的嘴角同样露出了这样的笑容。对此一幕。 蛋蛋也是不解，但却也不想去管，他现在只想杀了这两个碍眼的东西。嗡、嗯！可就在蛋蛋攻击靠近二人之后，忽然一道结界屏障出现，将蛋蛋的攻击直接挡下。刷。此时蛋蛋身形赶忙向后退去，眼中也是露出不甘。他已经发现，那挡在龙八、龙九两位道长的结界之力非常强横，那是超越神袍。 是另一个层次的结界之力。紧接着，整座大殿都随之剧烈颤动，那恐怖的结界之力竟充斥了整座大殿。与此同时，龙八道长与龙九道长身前的空间如水纹般晃动，一道身影也是走了出来。此人同样身穿道袍，一头白发盘于头顶，身后更是背着一把长剑。他仙风道骨，可却散发着镇压一切的力量。此刻。 淡淡也是眉头紧锁，他能感受到他与这位的差距。面对眼前这位，他毫无胜算可言。老夫名为龙七，世人称我为龙七道长。那位龙七道长说道：“我不关心你们是谁，我只希望你们尽快离开此地。”淡淡说道：“离开。”那龙七道长淡淡一笑：“姑娘若要离开，老夫不会阻拦。但那两个人得罪了我的两位兄弟。” 他们两个今日必须死，龙七道长说道：“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淡淡自知不敌，语气也不如先前那般强硬。他倒不怕死，可他希望楚风火姑娘，老夫也是一位修罗界灵师，并且我可以斩断你与你那废物主人的契约，你加入我麾下可好？”龙七道长说道：“你说谁是废物？我看你才像废物。”然而。 对方一说楚风是废物，淡淡强压下去的怒火顿时就又窜了上来。打不过又如何？反正对方也没打算让他们活，那还商量个屁！就算死，也要站着死。小姑娘长得挺俊，能走到这一步，必然也是有些天赋，只是奈何看不清形势。既然如此，话到此处，龙七道长面露阴狠：“那就去死吧！”话落之际。 那充斥整个大殿的结界之力便向蛋蛋压迫而去。嗯，可下一刻他愣住了，他的结界之力明明可以让蛋蛋粉身碎骨，可是此时却无法靠近蛋蛋，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的结界之力挡了下来。可是他可是真龙界灵师，拥有堪比真神的力量，是何人能挡下他的结界之力？当今鼠辈一个个的实力不咋地，但这口气。 却是一个比一个大，得罪你们兄弟就要死，你们兄弟算个屁！就在此时，一道充满嘲讽的声音响起。顺声观望，莫说三位道长，就连蛋蛋也是目露惊讶，因为这说话之人乃是陶无。陶无不知何时已经站起身来，并且此时的他竟然变了模样。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他那张脸开始变化，双眼血红。 而嘴巴上竟然出现两只碗尖锐的獠牙，它已不是人，也不止妖，更像魔。最主要是它的身上散发出了远古时的气息，这说明他并非当代修武者，而是远古存在。丫头，退后吧，这些喽啰，老夫来收拾。陶屋说话间，便走到了淡淡的身前，将淡淡与楚风都护在身后。他扫了一眼这充斥大殿的结界之力，目露轻蔑。 区区真龙结界，便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吗？陶武此话说完，眼眸闪过凌厉，轰！刹那间，磅礴的气焰自其体内释放，莫说那真龙结界瞬息粉碎，这坚不可摧的大殿都是出现无数裂痕。轰！下一刻，那大殿竟然毁灭，化作无数碎片散落而去，而蛋蛋等人所在之地，则是化作一道无边无际的世界。 这世界，世界宛如虚无，什么都看不到。而他们几人皆是立于此世界之中。可再看陶吴，莫说龙八与龙九，就连龙七道长也是脸色惨白，嘴唇颤抖，连呼吸都不敢大气的喘。陶吴站在原地没有动，除了面部变化，身体依旧是人。可是他的身后却出现了一道巨大无比的虚影，那虚影是一只滔天巨物，他之大，人们根本。 看不到全貌，不是那巨大虚影不完整，而是他们实力有限，看不到这巨大虚影的全貌，但却能够感受到那虚影散发着多么可怕的力量。三位道长也算见多识广，可此时落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他们从未感受到过的力量。对方之强，让他们感到窒息，仿佛只要对方愿意，莫说他们性命，就算一方心域也可瞬息摧毁。你，你究竟是谁？ 龙七道长声音颤抖，下意识的便问出了这句：“我是谁？”桃屋咧嘴一笑：“老子叫做桃屋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一十四章，老夫觉得你配不上他。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桃悟，龙七道长说话间以指为笔，与身前勾勒出两个字，这两个大字正是“桃屋二字。 大人，可是这两个字？”龙七道长问道。“正是。”陶悟说道。“难道说，您就是远古时期最凶界灵之一，陶悟大人？”龙七道长问这话的时候，神色复杂，大嘴都裂得老大。而龙七道长此话一出，龙八、龙九两位道长的脸色也是再度变化，就宛如想起了什么，于是受到了极大冲击。“哟，你居然听过老子名号！” 陶雾有些意外，大人，我们兄弟九人曾得远古传承，才有今日成就。传承之中也有关于大人您的记载，您乃远古时期最强界灵之一，并且龙七道长话到此处欲言又止，并且什么肯定没什么好的名声吧？无碍，不然你们以为为何老子会被封在此地？陶雾嘿嘿一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难道说？ 这魔官封印的便是大人您，这三位道长皆是恍然大悟，可看向桃屋的恐惧则是更浓。这是他们三人此生此世都从未有过的恐惧之感。正因为有所听闻，所以才知道他们现在所面对的乃是怎样一个存在。是啊，老子因当年戾气过盛，的确杀了不少无辜之人，被主人封印于此，以滔天大阵洗去一身戾气。如今戾气洗去不少。 可不曾想，刚刚出世就被你们这些小杂碎当做无名小辈。桃雾化到此处，双眼微眯，看向三位道长。大人是小人无知，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大人见谅。龙七道长率先跪在地上，紧接着龙八、龙九两位道长也都跪在地上。三人吓得瑟瑟发抖，可也算见过世面。若是其他小喽啰，必然吓得屁滚尿流。他们三个还行。 只是颤抖，至少还没屁滚尿流。见谅。桃雾化到此处，嘴角扬起一抹邪笑。下一刻，其体内释放出了磅礴杀意，杀意之汹涌，只是瞬息便几乎充斥着无边世界。唯有两处没有受到波及，那便是楚风与淡淡的周围。这是杀意。虽这杀意没有冲向自己，可淡淡美眸之中也是布满金色，哪怕并非局中人。 可站在此地，也能感受到那杀意的恐怖。杀意每个人都有，可杀意强大与否，与本性及经历有关。本性便是本身的暴力程度，经历就是曾经所杀过的人。而这逃雾的杀意简直恐怖至极，无论是本性还是所杀之人数量，那都是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别人杀人的数量用人数衡量，他杀人的数量。 恐怕要用心域来衡量，这可是真正的大魔头，并且是最顶级的那种。这家伙真的被洗去了戾气吗？怎么看着不像啊？蛋蛋内心感到不安。面对这种存在，哪怕他是站在自己这一边，可蛋蛋也是不由担心起他与楚风的安危。不是蛋蛋胆子小，而是对方太可怕。而就在此时，桃雾的杀意已是收回。 不过，短短瞬息的杀意释放，可再看那三位道长，大汗淋漓且尖叫不断，双眼都快凸出来了，一个个趴在地上，想要起身的力气都几乎没有了。他们三个简直已是如同将死之人一般。可桃雾没有攻击他们，只是释放了杀意而已，所以他们三个是被吓的，竟硬生生被吓成了这个模样。甚至若是桃雾想，只用杀意就可以硬生生将他们吓死。 便是实力差距，绝对的差距。大人饶命！我们的确依仗着兄长的本领，蛮横惯了。可若早知大人身份，借我们一万个胆子也不敢对大人您无礼啊。三个人本想跪地求饶，可他们现在连起身跪着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趴在地上痛哭流涕，不断哀嚎。而仔细看看他们，淡淡捂着鼻子，露出嫌弃。他们三个此时也是屁滚尿流了，求饶。 求饶有用吗？老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种装逼的时候狂拽酷炫，一剑打不过立刻跪地求饶的，他妈的只会欺软怕硬。看着是个男人，其实连各种都没有。按照老子当年的性格，别说你们三个，你们另外六个兄弟都得陪葬。桃雾骂骂咧咧，三位道长则是吓得面如死灰。但是你们运气好，现在老子心性改了，不再轻易杀人，否则对不起我主人给我布的这阵法。 尤其现在刚刚出事，更是不会轻易杀人，不然按照老子脾气，你们都得死，包括之前司徒界灵门那些小杂碎。”陶雾说道，“多谢大人饶命，多谢大人饶命。”听到这里，三位道长赶忙道谢：“老子今日放你们一马，已是恩赐，所以你们记住了这个小子。”话到此处，陶雾指向楚风：“这小子乃是老子兄弟，他叫楚风。若是有朝一日让老子知道。” 他遭遇了不测，那你们兄弟九人必死无疑。”陶雾说道。“啊，大人，他他他他遭遇不测，就怪罪到他们头上吗？万一不是我们做的呢？”龙九道长问道。“是不是你们做的？你们都得死，咋地？有意见？”陶雾问道。“没没没意见。”三位道长同时摇头，嘴上没意见，心里却在骂娘：“这他妈的！” 也太霸道了！没意见就赶紧滚，老子看到你们三个欺软怕硬的窝囊废就心烦。”陶悟怒喝道。且他此话说完，这周围再度变化，那粉碎的大殿竟然恢复成先前的模样。陶悟大人，那那那，那我们三个就告辞了。您可要说话算话，千万别杀我们。三位道长眼见着陶悟真的放过他们，不敢怠慢，哪怕无法起身。 但是硬生生的爬，也是先后爬出了此地。若有人见到这一幕，绝对不敢相信，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图腾九道啊！此时，这座大殿之内便只剩下了楚风、陶雾以及淡淡三人。淡蛋再度看向陶雾，发现他的脸已经变了，恢复成了之前人族的模样。“你真是此地主人？”淡淡问道。“这还有假吗？难道你感应不到？”陶雾问道。 我与你非亲非故的，自然感受不到你是谁。”淡淡说道，“老夫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楚风踏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清醒的吧？”桃屋问道，“是清醒的呀，哦，的确感受到了。”淡淡恍然大悟，他是那个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有极大吸引力的宝物的，只是那个时候他还在修炼，所以无法与楚风沟通，而后面楚风自己。 就来到了这里，并且好像就是楚风的脚刚刚落在这个世界之后，这个世界便产生异动，紧接着那魔棺便开启了。原来真的是你啊！所以你是因为楚风才开启的魔棺。可是为何啊？蛋蛋现在几乎确定，这个老家伙就是此毒主人，也是因为楚风才开启的魔棺，可是为何因为楚风开启，他则是不知道，并且也很好奇。 毕竟这个老家伙可是远古时期的存在，他与楚风应该没有任何关联才对。老夫本是魔灵界界灵，在主人的帮助下，于这修武界得到了桃物之力。桃物之力使老夫实力大增，便因此更名为桃物。时间太久，老夫自己的名字都已经不记得了。而后面，我主人又得到了神魂，我便将神魂也融合了。因为老夫太过聪明，就突发奇想。 这两股力量皆如此之强，若是相融，岂不是会更强？于是我想尽办法，终于让桃物之力与神魂相融。可不曾想，这使得本就天生力气较强的我，有了渐渐失控的状态。而后面终于失控了，并且酿成大祸。我主人也是发现，我之失控并不怪我，且发现是神魂与桃物之力相融后又相斥所致。我若保命，只能将这两股力量分开。 只是这两股力量实在太强，融合后想要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还好我主人本领滔天，布下此阵，但是需要漫长岁月才还能将两物彻底分开。而分开之前，我也将陷入长眠。当我再度醒来的时候，才知道我们那个时代因为太过遥远，已被称为远古。”陶雾说道。“那你醒了多久了？”淡淡问道。“一万多年了吧。”陶雾说道。 那你醒了之后，怎么不去找你主人？是你无法离开吗？淡淡问道。我主人倒是没有将我困在这，当我醒来之后，已是自由之身，且可掌控此地阵法。只是当年桃物之力与神魂融合后，产生相斥作用，若是剥离开来，也不能让二者在我体内共存。我只能留其一，所以阵法布置之前，我主人给我一个选择：是要留桃物之力，还是要留神魂？ 我都把名字更改为桃悟了。就算神魂再厉害，自然也要留桃悟之力。但我主人又交给了我一个任务，他在此地布下诸多阵法，由我掌控。他以预言之术进行预言，在我苏醒之后，会有有缘人来到此地，让我不得离开，直到遇到有缘人将神魂传授，才可离开此地。老夫苏醒没走，就是在等有缘人。这不，终于等到了你。但是你来的也太慢了。 老子等了一万多年啊！擦、啊，桃雾话语之中竟颇具怨念，所以魔关开启不是因为楚风，是因为我。淡淡问道：“当然是因为你，难道你没发现？你来到这里之后，炼化修罗神魔石速度变快了，那也是老夫运用我主人留下的阵法力量帮你的，不然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还得炼化一阵子。”桃雾说道：“真的假的？” 淡淡有些狐疑，毕竟他可是在楚风的界灵空间，这桃物也是界灵，他居然只凭借其主人留下的阵法就能够干扰到楚风的界灵空间，帮助自己加快修炼速度。毕竟楚风的界灵空间可不是寻常的界灵空间，那可是其母亲动过手脚的。可是淡淡没有完全否定，也正是因为修罗神魔石的炼化速度，的确是在楚风踏入这个世界后才加快的。不信也正常。 当代武者实力不咋的，自然不晓得我主人的滔天本领。不过说起来，老夫一开始还想，你这丫头天赋如此之好，怎么找了这样一个主人？老夫开始真的觉得楚风这小子配不上你。不过老夫相处下来，诸多考验之后，发现此子不仅天赋极佳，并且还重情重义，这小子简直是当世珍品。所以现在嘛，老夫倒是觉得你配不上他了。 曹无话到此处，故意看了淡淡一眼。七，淡淡撇了撇嘴。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一十五章，其主人乃界灵大帝。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你主人干嘛要让你把神魂传给我，而不是留给其他的界灵？你的主人应该不止你一个界灵吧？淡淡又问。如此至宝，没有外传的道理才对。 当然不止，为何要传给外人？就是因为我主人太强。老夫之前说了，神魂当时只有九个，由九道天河孕育而成。可我主人当年九道神魂，他得其八。陶物说道：“你主人得到了八道神魂？”蛋蛋也是少有的露出震惊的表情。没错，陶物提及此事，脸上也是挂有得意。那确实有些厉害。不，不是有些。 简直是太厉害了，就连蛋蛋也是不由生出敬佩之情。远古时期必然也是乱世，而远古之人既知道这神魂为何物，必然会拼命争抢。其主人争夺八道，那必然是极为强大的存在，恐怕拥有遮天之能。至少界灵师少有人能与其匹敌。你主人叫什么啊？蛋蛋心生敬仰，忍不住问道：“我主人。”话到此处。 陶雾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且看向蛋蛋。那寻脉之法是你传给楚风的？陶雾问道。原来他已经从先前楚风施展天眼的时候确定，楚风掌握了寻脉之法。你知道寻脉之法？听闻此话，蛋蛋目露惊讶。看你这个表情，就知道一定是你传的。那你是从何所得？可是池玉大美女？陶雾笑眯眯的问道。你认识池玉大人？ 蛋蛋更显意外，擦，居然真的是！陶雾本来只是猜测，并未抱有太大期望，可不曾想猜对了。此时的他变得兴奋无比，这可真他娘的是天大的缘分啊！陶雾兴奋的大叫起来，该不会池玉大人之前效力的借灵师便是？蛋蛋猛然间想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他所知晓的寻脉之法，正是这位池玉大人所传。 那是一个在修罗灵界都极为强大的存在，但那位池玉大人也曾在修武界效力过一位界灵师。虽然后面池玉大人便一直留在修罗灵界，实力也是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境界。可池玉大人对当年效力的界灵师一直评价极高，说那是一位极其伟大的界灵师。而寻脉之法也正是那位界灵师所创。你猜对了，池玉大美女也是曾与我共同效力主人。 只是后面他因为一些事情要长留在修罗灵界，便与我主人解除了契约，这也成了我们一众兄弟的遗憾。话到此处，桃雾的确满脸的遗憾，遗憾什么？该不会贪图池玉大人的美貌吧？淡淡面露坏笑。虽然他出生之时池玉大人的年龄便已极大，但他因缘际会下得到过容颜常驻的灵药，所以不管年龄多大，他的容貌都停在了最美的年华。 不是故意维持和伪装，而是那就是他本来的样子。再加上池玉大人修为强横，不知是多少人心中的女神。当然，只是仰慕或者暗恋，少有人敢去追求，因为池玉大人太强了。这个倒是也有，不过更多的是，当年我们都尚未完全成长，所以我们一众兄弟都不是池玉大美女的对手。堂堂最强界灵师的最强界灵，居然是一名女子，我们自然不服。 后面实力长进了不少，只是奈何池玉大美女却也不在修武界了，想与她比较一下，却也没有机会，这才最让人遗憾。陶雾说道：“那你别想了，不是我看不起你哦，前辈，我看得出来你很强，但若与池玉大人比，你显然没有胜算。”淡淡说这话的时候是非常确定的，真不是他看不起陶雾，而是他亲眼见过池玉大人的厉害。老夫也没说我有胜算，只是想再比较一下罢了。 桃雾是一个心高气傲之辈，可偏偏对于淡淡的话，他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那位池玉大美女有多厉害。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可至今回想起来，那位拥有绝美容颜、气质冷漠的女子，都像是一座大山，她好像永生永世都无法翻越。对了对了，前辈，你们的主人是远古时期最强界灵师吗？到底叫什么啊？淡淡好奇地问道。 且当得知陶雾与那位池玉大人相识之后，他对陶雾的态度也更加尊敬了。池玉大美女，没告诉你，我们的主人叫什么？陶雾有些意外。没有，池玉大人不肯说，只说那是一位极其伟大的戒灵师，淡淡说道。池玉大美女还真是的，这有什么不能说的？罢了罢了，老夫告诉你吧，老夫主人，乃当时公认最强戒灵师。 他所创造阵法手段数不胜数，他所以拥有结界至宝，同样无穷无尽。因结界之术冠绝修武界，被誉为界灵师中的唯一帝王，世人尊称他为界灵大帝。不过他本人并不认可这个称号，所以也从不让我们提及。他自己也更喜欢用本名自居，而其本名说来也是有些搞笑，与那龙腾九倒有点像。我主人家中兄弟姐妹较多。 他刚好排在第九，因为姓秦，所以你猜他叫什么？陶雾故弄玄虚地问道，甚至还有着几分调侃主人之意。该不会叫秦九吧？淡淡问道。正是叫秦九。陶雾狠狠点头，且面露坏笑。那确实有些随便。淡淡也是偷笑，倒不是秦九这名字多难听，而是他也联想起了图腾九道龙七、龙八、龙九，就很搞笑。 而秦九那样牛的人物，居然也是这种名字，就更搞笑了。不过我主人倒是无所谓，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名字既是父母起的，不管叫什么，那都要跟随自己一生，所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了，话说楚风小兄弟，刚刚破阵的时候，也有我主人破阵的影子，搞不好也是得到我主人传承之人的传承。”陶雾说道，“他的破阵之法嘛，是在一个月家祖地所得。” 你说会不会是那岳家所得传承之地，就是秦九大人真正传承之地？只是那岳家先祖悟性有限，所以只领悟了皮毛，导致楚风学会了也不精湛。淡淡问道：“当然有可能了。老夫主人喜欢造福天下，所以特别喜欢留下传承，就连寻脉之法当年也曾四处传播，只是奈何能够掌握之人甚少。这小子虽然掌握皮毛，但能够掌握也是不得了，并且。” 他现在修为受限，结界血脉也尚未彻底觉醒。待其彻底觉醒，寻脉之法他必可大成。陶悟说道：“楚风的结界血脉很厉害吗？”淡淡问道：“很厉害，刚刚有所展露，虽尚未彻底觉醒，可我猜测很可能是王之血脉。”陶悟说道：“王之血脉厉害吗？”淡淡又问：“厉害吗？结界血脉最强血脉。” 我主人虽是当时最强界灵师，但却也不曾拥有这等血脉。当然，血脉只是天赋的一部分，不能代表一定会成为最强者。就比如我主人，虽不是最强血脉，但却是当时最强。不过，既有王之血脉，只要能够顺利觉醒，那成就绝不会弱。陶雾说道：“原来楚风这么厉害啊！难怪你说我配不上他。”淡淡脸上露出藏不住的笑容，是在替楚风高兴。不。 我说你配不上他，不仅因为天赋，主要是因为此子人品比你好。陶雾嘿嘿笑道。戚淡淡冲着陶雾翻了个白眼。好了，老夫任务终于完成，我要去找我主人了。陶雾有些迫不及待，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见其主人。可听闻此话，淡淡表情却是有些凝重。前辈，您知道您主人在何处吗？淡淡问道。知道，主人说过。 我将神魂传承之后，便可去找他。”陶雾说道。“去哪里呢？”淡淡又问。“这个保密。”陶雾坏笑着说道。“前辈，您沉睡的时候可是远古鼎盛时期？”淡淡又问。“不知是不是鼎盛时期，反正是我主人鼎盛时期。”为何这样问？”陶雾问道。“只是好奇，前辈，那您现在能感受到秦九大人吗？”淡淡又问。 感受不到怎么了，小丫头？问这么多，陶悟反问。没事，我只是怕你找不到秦九大人，淡淡说道。放心，一定找得到。陶雾自信满满，而淡淡欲言又止，最后说道：“那便希望前辈快点找到秦九大人了。”其实淡淡是想说，远古后期好像发生过什么事，导致修武界出现了断层，不知秦九大人是否还在世。 但是，当今时代也有不少远古时期的存在存活。秦九大人那么强大，应该还在世才对。而关于远古，皆是猜测，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也不知，所以便没有将这种猜测告诉陶雾。对了，丫头，神魂你现在无法融合，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你实力还不够强大；第二个原因是需要你主人帮你。说白了，楚风现在也不够强大，所以莫急。 时机成熟，自然可得此力量。不过不可能全部得到。老夫当年修炼多年，在剥离之前，也只是得到其中一小部分力量而已。但对你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便是了。这东西很爽。陶雾又对蛋蛋说道：“那具体要到何境界才能得到呢？”蛋蛋问道。他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变强，这样才能帮到楚风，保护楚风。这个没有定律。 反正时机到了，自有感应。既然你如此好奇，给你一个提示：老夫当年是真神中期才得到的。桃雾说道：“真神中期吗？那么远啊！但但如今修为还在武尊，真神中期太遥远了。不过因人而定，你这丫头的天赋很强，你的血脉也并未彻底觉醒吧？说不定你可以真神初期就得到呢。好了，不说了。” 老夫现在一刻也不想等，想立刻与我主人见面。对了对了，我现身告诉你这些，是我怀疑你认识池玉大美女，才告诉你这些的。所以别告诉楚风我的身份，也别告诉他关于我主人的事情，就直接说我走了，别的什么都别说。听到没？陶雾说道：“为何要保密啊？不保密不是也行吗？”淡淡说道：“这不是留点神秘感吗？以后在这修屋顶峰。” 我与楚风小兄弟必然还会相见的。我希望他对我的印象还是在他昏迷之前，而不是一个他需要静养的远古前辈。”陶雾说道。“好的，前辈放心吧，我的人品有保障。”淡淡说道。临走之前，送你们一程吧，免得遭遇小人。”陶雾说话间便大袖一挥，周遭一切瞬息变化。他们已经离开了那座大殿，虽然还在这个世界，但却远离魔关入口。 是极为安全的丛林之中，最主要是很是虚弱的楚风竟也恢复了。小丫头，老夫走了，记得带我向池玉大美女问好。桃屋画罢，便御空而起，向高空飞掠而去。他速度极快，转眼间便飞出这个世界，来到了浩瀚星空之中。他脚步看着缓慢，可是每踏一步都是走出极远的距离。其漫步之时，无数星辰世界。 不断自其周身掠过，陶雾目标明确，他所前往之地乃是浩瀚星空之中最为璀璨的一道天河，据说藏有太古时期秘密，被誉为太古神域，也被称为太古炼狱的第九道天河。陶雾刚走，楚风便醒了。楚风，感觉怎么样？见状，蛋蛋赶忙上前，他倒是不担心楚风了，因为他知道，既然陶雾用了手段，楚风绝对无碍。 淡淡，我们这是在哪呀、啊？陶屋前辈呢？楚风看着周围的环境如此陌生，不由问道：“他走了。”淡淡说道：“走了？去哪了？”楚风有些担心。陶屋明明那么重的伤，去找他主人了。淡淡说道：“主人？陶屋前辈还有主人？”楚风有些懵。“当然有，因为他是界灵啊。”淡淡说道：“界灵。” 楚风更加意外了，对啊，不仅是戒灵，而且这魔关世界封印的就是他。蛋蛋这番话，若是被陶雾听到，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说好的保密呢？这丫头的人品果然没保障啊！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一十六章，其母定是戒染青。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之后，蛋蛋几乎把。 陶物与他说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楚风，比如陶物乃是被封印此处的戒灵，被封印于此并非真的洗去戾气，而是将神魂剥离出来传给有缘人，而淡淡就是这个有缘人。还有陶物的主人乃秦九大人，是远古时期最强戒灵师，被誉为戒灵大帝，以及淡淡的前辈池玉大人，当年也是效力于秦九大人。楚风如今的寻脉之法，也就是天眼。 也正是秦九大人所创，搞了半天，陶悟前辈就是此地主人，难怪，难怪，原来他是在考验我。得知经过，楚风露出笑容，他不仅不再担心陶无，反而是感觉非常有趣。毕竟天眼于楚风而言，实在太过重要，从东方海域开始，便为楚风所用，不知道帮助楚风得到了多少机缘。虽说寻脉之法是淡淡交给楚风的。 可毕竟秦九大人才是寻脉之法真正的创造者，若是没有他，也便没有寻脉之法。而陶悟偏偏是秦九大人的界灵，这是何等的缘分啊！但同时得知秦九大人之后，楚风也是如蛋蛋一般，对这位秦九大人也是心生敬仰之情。那等人物，谁会不敬仰呢？对了，陶悟前辈还说你的结界血脉很不简单。 乃是结界血脉中最强的王之血脉，淡淡又说道：“王之血脉。”楚风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的结界血脉不简单，但却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倒是挺霸气的，但是怎么感觉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呢？轰！猛然间，楚风的脑袋如同炸开了一般，因为他想到了这个词汇，他从哪里听过了？是从仙海少羽口中听闻的。 仙海少羽说：“五百多年前，乃是浩瀚修武界天才井喷的一个年代。那个时期，有诸多天才降生于世，因此那个时代的小辈，各方势力都有傲视天下的妖孽及天才坐镇。与此同时，七界圣府也出现了一位极为强大的天才。那位天才名为界染青。这界染青逆天到何种程度？他就是在各方势力。” 都有妖孽及天才坐镇的情况下，却是被公认的最强天才，甚至强出了其他天才一个层次。换句话说，那些天才已是足够逆天，可若与界染青比，却完全不配。因为界染青，他本身就是逆天的代名词，各种束缚在他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比如界灵师，一般来说只能与一个灵界缔结契约，可界染青能与七个灵界同时缔结契约。 并且，他拥有当世最强结界血脉，那乃是当世唯一。而他的结界血脉刚好被称为王之血脉。蛋蛋，桃无前辈真的说我的血脉是王之血脉？你确定吗？他又是如何确定的？楚风接连问向蛋蛋，整个人的情绪顿时从轻松变得极为凝重、认真、激动。这个答案对他极为重要。你先前破阵的时候，结界血脉被触发了。 有所展现，所以陶雾前辈才说你是王之血脉，只是还没有彻底觉醒。他见多识广，既然这么说了，我猜应该是真的吧。楚风，你怎么了？蛋蛋虽然老实回答，可是发现楚风情绪不对，不由关切的询问起来。我真的是，我真的是他的儿子。楚风此时根本顾不得蛋蛋的询问了，他的脑子如同炸开一般。谢冉清。 乃当世唯一拥有王之血脉的人，而他也拥有王之血脉，天下间怎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除非，除非这届冉青就是他的母亲，并且当初仙海少羽还说，界冉青乃是他极为敬佩之人，只是想拜访却没有机会见到，因为早在几十年前，界冉青便宣布闭关，至今没有出世。几十年前，不恰好是楚风出生的时候吗？此时。 楚风的内心掀起滔天巨浪，一时之间难以平息，甚至双眼都少见的有些红润了。其实，当初仙海少羽对楚风讲述借染青事迹的时候，楚风起初也是一个旁观者般听着浩瀚修武界前辈的事迹。可是，当仙海少羽讲述到借染青被关押了几十年的时候，楚风的情绪便不对了。那个时候，他便猜测借染青可能是自己的母亲，可只是猜测。 还无法确定，但现在楚风几乎确定，这届冉青就是他的母亲，绝对不会有错了，不然他怎么可能拥有王之血脉？这可是他母亲传给他的血脉。楚风，你到底怎么了？你快和我说啊！就在此时，淡淡的声音再度响起，他看懂楚风眼睛都红了，更加的担心了。淡淡，我好像知道我的母亲是谁了。楚风说话间。 一把抓住了淡淡的肩膀，脸上露出了少见的笑容。楚风是爱笑之人，可这种喜悦，淡淡却很少见到。那是红着双眼的笑容，那是对至亲之人期盼的思念。是界染青前辈吗？淡淡问道。虽然之前他一直在炼化修罗神魔时，可却意识清醒。楚风经历的事情，他都知道。仙海少羽讲的那番话，淡淡自然也是听到了，所以。 几乎知道楚风一切事情的他，当时也在猜测，谢冉青会不会就是楚风的母亲？对，谢冉青就是我母亲，一定就是，不会有错的，绝对不会错。王之血脉，怎么会有错呢？楚风以肯定的语气说道：“楚风，那你可要加把劲了。你看，你母亲那么厉害，都被关押了起来，你不努力，怎么把她救出来？”淡淡微笑着说道：“他可不是在给楚风压力。” 而是在个楚风洞里，我一定会将母亲救出来。七界圣府最好善待我母亲，如若不然，就算他们再强，我也会让他们从这个世界消失。楚风话到此处，那红着的双眼闪过一抹狠色。我相信你，淡淡说道。他知道楚风不是无能狂吼，而是楚风有这个自信，总有一日他会达到那个高度。别看现在的楚风还很弱小，可是他迟早会达到。 让七界圣府也会感到恐惧的境界。事实上，已经有无数座曾拦在楚风身前的大山被楚风接连踩了下去，而蛋蛋便是这一切的见证者。只是如今对比七界圣府，楚风仍很弱小。可实际上，若是站在大千上界、百炼凡界、祖武下界那些人的视角来看楚风，那些曾看不起楚风的所谓大人物，现在谁还敢轻视楚风？ 现在的楚风于他们而言，说其是神也不为过。而淡淡坚信，总有一日，七界圣府也只能以仰望姿态来面对楚风。对了，楚风还有一件事，月灵祖地很可能藏着秦九大人真正的传承。淡淡又说道：“秦九大人的传承，难道说月灵先祖是得到了秦九大人传承，但是他并未领悟到真正的精髓？”楚风问道。 其实，他自从完整的掌握了月灵先祖传承之后，就已经有了怀疑。我觉得多半如此，毕竟他们都是平庸之辈，怎么可能领悟秦九大人传承呢？所以，我们先回月灵祖地吧，再仔细看看，看能否找到秦九大人的传承。反正雪姬你也见到了，他可不像过得不好的样子。你和雨沙也算有个交代了。”淡淡说道，“嗯，就医女王大人。”随后。 楚风立刻启程向月灵祖地返回，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个猜测，他也是要返回的。毕竟宋雨薇还在月灵祖地之内疗伤。当楚风带着离开之后，可雪姬却仍在这个世界，他在等待魔灵王。待时间到了以后，雪姬才返回那空间之内。而此时的魔灵王已经不再哀嚎，就那样盘坐在地上。虽然气息仍很虚弱，可是他却已经恢复了以往的霸道气息。 本是闭目养神状态，察觉到雪姬进来，便立刻睁开了眼眸。成了，雪姬看到魔灵王此时模样也很意外。雪姬，多亏了你，看来上天眷顾于我，不想让本王失去你。魔灵王十分激动，毕竟他可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先前他是真的觉得自己会死，所以见到雪姬，他起身便走向雪姬，便想将雪姬拥入怀中。 可雪姬却立刻向后退去，不肯让魔灵王碰他。记得我说过的吗？真神巅峰可以考虑。”雪姬说道。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一十七章：畜生不如的父亲。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嘿嘿，对于雪姬的拒绝，魔灵王倒也不怒，反而是憨憨的笑了起来。这样的魔灵王，恐怕也只有雪姬才会见到。 雪姬，多亏了你，我虽然修为没有进步，可我感觉自己已是今非昔比。若给我足够时间，真神巅峰也许不是没有可能。魔灵王说话的时候都是带着兴奋与激动。真神巅峰，那本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境界，是此生此世也无法达到的境界。可现在，他看到了希望，因为那颗可怕的丹药不仅拯救了他的性命，还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强。 你有时间等，我可没有时间。你必须尽快变强。用这个吧。雪姬说话间，取出一本卷轴，递给了魔灵王。这是功法。魔灵王接过一看，便立刻看出这是一种功法，并且是十分厉害的功法。但这却是一种魔功，是需要他人性命才能够提升的功法。可魔灵王本来就滥杀无辜习惯了，他手里沾染了无数人的生命。 除了雪姬，他根本不在乎他人的死活。在他看来，这功法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我的雪姬，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怎有这么多不得了的东西？魔灵王看到这功法，都感觉难以置信。某种意义来说，这功法甚至比那颗救他的可怕丹药还要厉害。你要练吗？练它可不容易，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并且只要开始，便没有回头路了。 只有无止境的杀戮，雪姬说道：“练当然练，本来只是觉得有希望踏入真神巅峰，但若是我能练就此功，真神巅峰便一定可以达到。”魔灵王此时变得信心满满，而雪姬没有说话，只是嘴角却闪过一抹邪恶的微笑。经过一番赶路，楚风终于回到了月灵以及宋雨薇所在的世界，但楚风并未直接前往无名宗。 而是来到了一个距离无名宗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经历了与九重阁的事情后，楚风怕岳灵他们遭到报复，便先让找个地方躲起来。岳灵临行前，楚风还特意给了他消息的宝物，让他们安顿好之后，将安身位置告诉楚风。眼下的楚风便直接来到了岳灵安身的地方。大人，岳灵的伤不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我们做的。然而，无名宗的人刚刚看到楚风，便立刻跪在地上。 好像生怕遭受牵连一般，而听到这样的话后，楚风也是顿觉不妙，赶忙施展天眼观看，很快便在一座宫殿内找到了月灵的身影。而这一看，楚风顿时感觉心中一颤。此时的月灵丹田被破，修为被废，最主要的是他那张还不错的脸蛋竟也被毁。是何人？是何人所为？是九重阁，还是狼少爷有关之人？ 楚风怒声问道：“磅礴的杀意已是无法自控的喷涌而出。虽与月灵相识不久，可月灵对他帮助也是极大。比如雨薇大人的伤势，若不是借助月灵祖地，也不会得以治疗。而他也在月灵祖地得到了不小的机缘。况且月灵本性善良，是难得一见的好姑娘。是何人对她这样一个姑娘下得了如此毒手？我们也不清楚。今早月灵去了无名宗一趟，回来就这个样子了。” 无论我们怎么问，月灵都不肯说。大人，您去问月灵吧，也许他会告诉您。无名宗的人纷纷说道，而楚风也不怠慢，赶忙来到月灵休息之所。恩公，你回来了。你走后不久，雨薇大人的伤便痊愈，他已经离开无名宗了，说去易苦大人那里。月灵察觉楚风来到，便赶忙开口，可能是怕楚风担心，所以率先说出了宋雨薇的去向。且此时的他。 还戴着面纱，应该是不想楚风看到他此时的容貌。可楚风通过天眼，早就看到了月灵此时的脸是何等模样，那是被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划成这个样子的，那是真正的血肉模糊，触目惊心。月灵，我都知道了，说吧，到底是何人所为？不管是谁，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若是你不说，我就自己去找。这个公道，我一定会帮你讨回。 楚风直接说道：“本宫，你能替我报仇吗？”岳灵原本很是平静，是故作镇定，可此时的他却绷不住了，双眼红润，身体颤抖，很快便哭得泣不成声。而他这一开口，也是让楚风有些意外。楚风本来觉得以岳灵性格会极力阻拦楚风出头，却不曾想岳灵这一开口便让楚风替其报仇。岳灵本就不爱求人。 这是多大的仇恨，会让月灵这个单纯善良的女子做出这个决定？月灵到底是何人？楚风上前问道：“恩公，我被骗了，我父亲，我父亲他，他根本没有因为我母亲的死而感到惭愧，他，他，他就是一个畜生，他不是无言面对我与我母亲，而是真的抛弃了我，他是真的抛弃了我。”月灵哭得撕心裂肺，那是。 真正的伤心欲绝，楚风都能感受到月灵此时的绝望。月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楚风问道。就在今早，我父亲突然找到了我，给了我一些钱财，告诉我无论如何不得再回无名宗内，更不可再回祖地，叫我尽快离开这个世界，否则后果自负。说完这些话，他便走了。可是多年未见父亲，我在见到他是如此想念，结果他只是说了些让我…… 不明不白的话就离开了，我自然不解，所以我便前往了无名宗的祖地，结果进去之后，竟在祖地之内见到了两个陌生人，那是一名妇人和一名男子，而那妇人见到我之后，他、他、他，竟认识我母亲，他还对我说，他对我说，说到这里，月灵哭的已是泣不成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楚风也没说话，就那样看着月灵。 他知道岳灵如此伤心，必然是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这打击很可能与其父亲有关。现在任何安慰都没有用，只能他自己释放这种情绪。我父亲，他就是一个畜生，其实是他害死了我的母亲。岳灵再度开口，便说出了一个让楚风都感到震惊的事情，因为之前岳灵所说，其父亲离开乃是因为其母亲因其父亲而死，其父亲感到惭愧，所以才离开这里。 甚至不再见月灵的，怎么现在反而成了？是其父亲害死了月灵母亲了？月灵到底怎么回事？楚风也是不由追问起来。而后经过月灵讲述，楚风也是终于明白事情真相。原来月灵天赋有限，月灵父亲便觉得这样会耽搁他岳家的传承，不能将希望寄托于月灵身上，便想再要一个孩子。只是其母却不同意，坚称要把所有的爱只留给月灵。 见这个样子，岳灵父亲便决定再去找一个女子帮其生孩子，以做岳家传承。可是岳灵父亲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他会遇到一个很有手段的女子。那女子将岳灵父亲迷得神魂颠倒，并且那名女子得知岳灵父亲还有妻女之后，便说一定要二选一，要么除掉岳灵母女，要么就与他永不相见。而岳灵父亲竟选择与那女子在一起，并且真的找到机会。 害死了月灵母亲，虽不是他亲自动手，可月灵母亲的确是因月灵父亲而亡。后面还假惺惺的说感到惭愧，而直接抛下了月灵。实际上，月灵父亲离开后，就与那名蛇蝎女子双宿双飞快活去了。甚至根据那名女子所说，为了生下天赋足够好的孩子，其父亲还四处寻觅天才地宝给那女子打基础。经过诸多准备之后，才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 而这个儿子正是如今在无名宗祖地的那名男子。至于那名毒妇，便是那蛇蝎女子。那蛇蝎女子虽从未真正的见过月灵，但却见过月灵母亲画像，所以看到月灵的那一刻，便知道月灵没死。她与月灵母女明明从未见过，也不知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怨恨。明明月灵母亲已死，月灵也被父亲抛弃多年，可怜至极，可她不仅不心疼。 反而得知月灵没死而大怒，先是将这残忍的真相告诉月灵，让月灵痛不欲生，而后更是废除了月灵修为，紧接着亲手毁了月灵的脸。他没有要月灵的命，不是心慈手软，而是正因狠辣。他说要月灵痛苦的活着。混账！他们现在可都还在祖地之内。楚风怒声问道：“这愤怒不是对月灵，而是对那对母子。我没有见到父亲。” 只见到了那对母子，他们的确在祖地之内。月灵哭着说道：“走，带我去。”楚风说话间便带着月灵御空而起，向月灵祖地飞掠而去。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一十八章：怒斩这毒妇。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楚风怒火滔天，因为此事简直人神共愤。可楚风却也是保持着理智的。 路上便询问了月灵其父亲的事情，得知其父亲名为月炼。相比于他，其父亲的天赋可是很好的。当年的结界之术便达到了黄龙神袍，而黄龙神袍可是拥有堪比六品半神的力量。如今也是有些年头过去，搞不好其父亲已经有所增进。就算没有增进，但黄龙神袍显然也不是楚风能够抗衡的。莫说楚风，雨薇大人也不行。 甚至修罗王也不行，但是楚风分析，感觉月灵的父亲应该是有事情在身，将那对母子送到祖地之后便离开了。其父亲可能早就料到，若是那对母子见到月灵，必然会发现月灵的身份，从而对月灵出手。所以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月灵，并且对月灵说了那番话，恐怕也就是说了那番话之后便离开了。如若不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月灵。 遭受那样的折磨而不出手吧。至于那对母子的修为，则是无法判定。月灵修为太弱，感受不到那对母子的修为。但楚风猜测，那男子必然比月灵小，搞不好是个小辈。就算不是小辈，年龄也不会太大。所以楚风推断，那男子多半是弱于自己的。因此现在来看，最棘手的就是那毒妇。但是此仇不能不报，拖下去。 万一将来找不到他们怎么办？因此，哪怕明知道是有风险的，但楚风也要出头。而楚风为了避免意外，先是运用隐藏阵法将他与月灵都隐藏了起来。毕竟他的隐藏阵法还是很强的，一般来说，哪怕半神中期也是难以发现他，并且还布置了传送阵法，附加在两个人的身上。若是真的发现打不过，还可以跑。甚至为了避免意外。 楚风还沟通了一下体内神鹿，想着看看神鹿能否帮忙。毕竟神鹿跑起来那可是无人可挡的。只是奈何神鹿没有任何回应，就像消失了一样。既然如此，就只能依照原计划行事了。准备好一切之后，楚风便让月灵带着他进入那祖地之中。他们真是该死！进入祖地还未走多远，月灵便双拳紧握，眼泪止不住的落了下来。 原来是其母亲葬于竹林内的坟被挖了出来，害死人不算，还要挖坟掘墓毁妻女儿，而在此之前都未见过，何以有如此大的仇恨？蛇蝎女子，天下间怎有如此狠毒的女子？此时楚风的杀意都已快控制不住，但是他也是强忍着，现在还不能暴露。楚风继续深入，终于来到了那座宫殿，而靠近之后发现宫殿并未布置结界。 于是缓缓推门，而刚推开门，楚风便闻到了一股血腥气息。透过门缝，发现大殿内有着一滩血迹。看到那血迹，楚风内心杀意更为汹涌。那必然是月灵的血迹。而眼下，在殿内有着一名妇人，那妇人盘膝坐在那巨石之前，正在认真打量，是在观摩月灵家祖地的传承。他为了能够看清传承，更是施展了结界之术。此时，周身结界之力涌动。 而双眼更是绽放奇异光芒，龙变九重，这个境界其实很强，可楚风倒是不惧。但是楚风还不确定对方的修武境界是否弱于结界之术，若是强于结界之术，那可就是半神境，那同样是楚风难以对抗之人。那就只有把雨薇大人请来才行了。可既然来了，总要试一试。反正楚风提前布置了逃脱阵法，大不了大事不好，转身就跑。 而楚风注意到，这整座大殿之内只有这名妇人一个，倒是没有见到这毒妇的天才儿子。楚风还是叫来月灵，暗中询问：“是他吗？”“就是他，他就是那个毒妇。”月灵咬牙切齿的说道。“月灵，我无法确定其修为，需要试探一下。你先躲远一点，若是我等下逃脱，你也运用我给你的传送阵法逃离此地。”楚风害怕出现意外。 哪怕提前布置了逃离阵法，可还是决定自己先现身，让月灵躲在外面。毕竟月灵的身上也有隐藏阵法，在暴露之前还是安全的。而楚风也没有立刻出手，而是暗中布置阵法，想要出其不意，一击制胜。待准备好一切，楚风这才一脚踹开店门。与此同时，磅礴的阵法也是从天而降，直接将那毒妇压在地上，动弹不得。 虽然阵法已经覆盖毒妇，可楚风却仍然没有解除隐藏阵法露面，而是暗中观察。怎么回事？难道此地有阵法，不许岳家之外的人观摩这传承吗？先祖饶命，我乃岳家后人，岳炼的妻子啊！此时那名毒妇也是有些慌了，而看到毒妇这个反应，楚风便知道龙变九重恐怕便是女子的最强实力，她不是半神。 如若是半神，第一反应必然是施展半神之力来摧毁这压住他的阵法。既然没有，便足以说明他是半神之下。既是半神之下，楚风便全然不惧了。毒妇，你那儿子呢？于是楚风便直接现身，不仅现身，更是减弱了阵法的力量，只是束缚住毒妇，但却也让毒妇可以自由行动。眼见着力量减弱，毒妇赶忙起身。 你是你，你怎么会在这？毒妇转身看先楚风，顿时满眼的意外。你认得我？可看到毒妇这个反应，楚风也是有些诧异。楚风仔细打量了一下毒妇，几乎可以确认，他从未见过这毒妇才对。他怎么会认得自己呢？你不记得了吗？不记得你在魔关入口处抢夺了他人宝物？哦，一定是抢夺的太多，所以记不清了。 你这小畜生，真是坏事做尽，罪该万死！毒妇看到楚风，顿时杀意喷涌，说话间还想对楚风出手，只是楚风的阵法已经束缚住了他，他就算释放出结界之力，也伤不到楚风。楚风的力量在楚风之上。擦，我知道了，原来那傻乎乎的小子是你儿子，真是够巧的，难怪他那么狂，张口闭口就提自己父母，原来是。 你们这对蛇蝎夫妇给他撑腰。此时，楚风也是恍然大悟，因为仔细来看，这毒妇倒是与自己在魔关岩洞内抢夺的男子长得挺像。只是楚风没想到，那个作死的男子居然会是这毒妇与月灵父亲的儿子。天下间竟有如此巧的事。这下可好了，新仇旧恨刚好一起算。费尽心思生了一个儿子，我还以为是怎样一个天才，居然是那个废物。 楚风讽刺一笑：“你说谁是废物？”毒妇大怒，不容自己儿子受辱。我说：“你儿子是废物，你儿子不仅是废物，你儿子还是一个智障。我知道他像谁了，必然是像你。”楚风指着毒妇道：“你，你竟敢辱我！”毒妇气得脸色涨红，就好像从来没受过这种委屈一般。你那智障儿子呢？跑哪去了？还有你那猪狗不如的丈夫去哪了？ 楚风凝声问道：“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呢。你怎么会进入这里？你是怎么进来的？这阵法是你布置的？毒妇倒也是心大，意识到这束缚住的他的阵法，并非是祖地的守护阵法，而是楚风布置的后，反而没那么慌了。明明已被楚风控制，可却好像根本不怕楚风一样。所以楚风才说，那个魔棺岩洞内遇到的男子像他。这母子俩。” 脑子的确都不太灵光，除了狠辣，似乎没啥优点了。月灵，出来吧。楚风看向月灵所在的方向，说话间解除了隐藏阵法，使得月灵现出真身。你们，你们居然认得？难怪，难怪你可以进入这里。你这个臭丫头，居然带着外人进入祖地，对得起岳家先祖吗？早知如此，我先前就不该手下留情，应该直接取你狗命。 那毒妇十分猖狂，见到月灵，竟再度露出凶相。见此情形，楚风意念一动，那阵法便力道加强。只听“呜哇”一声，那女子便再度压迫的趴在了地上，并且这一趴力道极强，竟使得那女子口中的牙齿都磕掉了好几颗，大片鲜血自其口中溢出。“小畜生，你敢伤我？你知道我相公是谁吗？你死定了！我相公定会将你碎尸万段！” 毒妇可能仗势欺人习惯了，哪怕现在已是这种局面，竟也丝毫不怕，反而尽显凶悍。废话，我都来者了，当然知道你相公是谁。说，你相公去哪了？楚风现在想先搞清楚岳灵父亲的去向，因为这女子没有威胁，他们的儿子更没有威胁，唯一有威胁的便是岳灵的父亲了。哈哈，你也怕了吧？我告诉你，我相公就在附近。 你现在放开我，我饶你一命；如若不然，我诛你满门。毒妇恶狠狠的威胁着楚风，可能也是察觉到了楚风忌惮月恋，竟放声大笑起来。那笑声是如此的嘲讽，还敢猖狂？你猖狂你马呢！见此情形，楚风也不怠慢，手掌握紧，一把结界长剑出现，便快步向女子走去。你干嘛？我我是一介女流之辈，你对我出手，你还算是男人吗？ 眼见着楚风气势汹汹而来，那毒妇终于是有些慌了。你现在知道你是女流之辈了，你配做女人吗？你配做人吗？畜生都比你强！你这毒妇，我让你狂！楚风来到近前，手中结界长剑猛然挥下，噗，鲜血喷溅，那般毒妇的一只手臂直接被楚风斩断开来。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一十九章，一个都别想逃。 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你，你竟敢伤我！我丈夫乃丹道仙宗客卿长老，你得罪了我，我要你在图腾天河没有容身之地。毒妇一边哀嚎，一边大吼：“丹道仙宗，可真是缘分呐、啊！拿丹道仙宗来压我，我去你妈的！”楚风说话间，又是一剑挥下，将女子另一只手臂直接斩断。 楚风，这可不是寻常的攻势，斩断的不只是其肉身，还有其灵魂，所以女子也是疼得龇牙咧嘴。问你话，你不说是吧？嘴挺硬的，行，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楚风此话说完，取出一个葫芦，葫芦打开，对着地面一扬，啊！一声尖叫响起，乃是月灵，因为楚风这一扬，无数只虫子布满了地面，那虫子很小。 体长只有半尺，体态似是蜈蚣，却浑身血红。落地之后，摇头晃脑，发出叽叽怪声。一只已是令人胆寒，而现在这密密麻麻的虫子，看着自然瘆人。干嘛？你干嘛？住手！停下！快让他们停下！而见此一幕，那毒妇则是更加害怕，因为那些虫子正在向她的身体爬去。你说停下就停下，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是嘴硬吗？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楚风冷然一笑，在他看来，这已是手下留情。若不是想打探出岳灵父亲下落，楚风会让这毒妇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只会让她不停的惨叫。而那些虫子在楚风的操控下，纷纷破开毒妇的皮肉，钻入了他的体内，在其体内快速的爬动。因为虫子太多，毒妇的身体都变得很胖很重，鼓成了一个大大的肉球。 但皮肤下面却不停的蠕动，是那些虫子。这一幕倒是颇为恐怖。本性善良的月灵原本见不了这样的场面，可他还是强忍着恐惧，盯着那毒妇，看着那毒妇遭受折磨，哪怕吓得身体都在发抖，可他却也没有转移视线，因为这毒妇乃是害死其母亲的罪魁祸首，他就是要亲眼看着这毒妇遭受折磨。住手！我说，我说。 毒妇终于忍受不住，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哀嚎大喊，直接说：“楚风说道，我相公有事情，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儿子他好不容易脱离他父亲管束，便出去快活去了。”楚风听得出来，这毒妇说的乃是实话。这是本身脑子不太灵光，加上极度恐惧之下，不敢再撒谎了。可是这番话一说出来，反而让楚风的心放下来了。先前毒妇说。 岳灵父亲就在附近，楚风还真是有些慌。毕竟那等存在来的话，可能楚风的隐藏手段都会没用，就别说与其打斗了。可既然不在这个世界，那就好办了，出去快活。你这儿子可真是努力呢。楚风冷笑道：“你问的我都说了，我没有骗你。快住手，快放过我吧！我保证，今日之事我不会告诉我相公。你若放过我，我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保你安然。” 毒妇大声开始苦苦哀求：“你觉得你说的这些话我会信你吗？你以为我像你那么蠢？况且你害死月灵母亲，又对月灵做出这种事情，你让我住手？我告诉你，别说是你们母子，你那畜生丈夫也迟早要死。”楚风冷笑，说话间便凝聚出一把结界匕首。月灵，你敢吗？楚风手握匕首，看向月灵。 他是想让月灵亲自报仇，我，月灵被齿紧咬下唇，有些犹豫。没关系，你若不敢，便在旁边看着，我替你教训这毒妇。楚风说话间，便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匕首硬生生刮花毒妇的脸。我敢，可就在此时，月灵却走上前来，主动伸手索取楚风手中的结界匕首。但楚风却注意到，月灵的浑身颤抖的厉害。 甚至站立都是有些不稳了，他是因为害怕才会这个样子的。月灵，武者世界弱肉强食，你可以善待天下人，但绝对不能善待你的敌人。想想你的母亲，她本可以陪在你身边，如今你孤身一人，都是眼前这毒妇造成的。就连你苦修多年的修为，也因这毒妇而一招丧失。你对她心慈手软，对得起你母亲吗？对得起你自己吗？ 楚风用手拍了拍月灵的肩膀，表面鼓励月灵，可实际上却暗中传入结界之力，使得月灵颤抖的身躯变得强大。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月灵可能是想到了自己母亲，突然红了眼，手握匕首跑到女子面前，便开始乱挥。啊！下一刻，撕心裂肺的惨叫响彻不断，正是那毒妇的声音。别看月灵修为已毁。 可是楚风这结界匕首是蕴藏楚风的力量的，所以岳灵手持此匕首，依然可以让那毒妇付出代价。可是没过多久，岳灵便跑到旁边呕吐起来。虽说那毒妇已经被刮花了脸，但岳灵却显然也受了不小的刺激。岳灵早晚会有这一遭的，记住这种感觉。若以后有人欺负你，你就用这种手段对付他。楚风安慰道。 其实他早就预料到了，月灵的心灵可能承受不住，因为月灵太善良了。可是楚风之所以还是让月灵亲自来，是唯有这样才能泄恨。哎，这妮子也太脆弱了。她真的是修武者吗？该不会没有杀过生吧？女王大人问道。不至于没有杀过生，只是没有这样狠辣过吧？楚风分析道。楚风让本女王出去，看本女王怎么折磨这毒妇。女王大人说道。 他虽对月灵没什么情感，可是得知月灵遭遇，也是颇为同情，也同样是对这毒妇恨之入骨。当然，女王大人本来就杀心重，今日倒是一个意义杀意的好机会。好，楚风也觉得甚好，毕竟女王大人可不是心慈手软的之辈，并且女王大人更清楚女人破绽，让他来动手，那毒妇的下场必然更狠。于是，楚风便打开借灵大门。 女王大人从戒灵大门走出，二话不说直接动手。啊！下一刻，那毒妇的惨叫再度响彻，并且比之前惨烈数倍不止。女王大人正在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着那毒妇。听到这惨叫，月灵也是回头观望，这才发现女王大人正在对那毒妇进行折磨。这一幕直接把月灵看愣了。楚风见状，赶忙上前。 因为女王大人的手段属实太过狠辣了一些，别说是月灵，就算是寻常的修武者也见不得这种场面。他怕月灵承受不住，便想着还是别让月灵看了。如若不然，可能会对月灵幼小的内心留下阴影。可是还不待楚风开口，月灵便开口了：“这个小妹妹，她她好美啊！”月灵脱口而出。听到这样一句，楚风也是有些意外。 本来以为月灵是被吓到了，没想到是被女王大人的美貌惊到了。但是回头看去，若不看那毒妇的惨状，也不看看女王大人手上的动作，只看女王大人的脸颊，还别说，真的很美。哪怕淡淡折磨人的时候，也是兴奋大笑的，并且笑得有些怪异，甚至有些渗人，但却不得不承认，她也仍是极美的。可能这就是颜值高的好处吧。有人来了，可突然。 楚风神色一动，赶忙大袖一挥，布置了隔音结界，且关闭了店门。透着门缝向外看去，发现是那个男子回来了，而他正是楚风之前在岩洞遇到的那个家伙，并且不是自己回来的，居然还抱着两名衣着甚少的女子。好家伙，他还真的是去快活去了。他，他竟将这种女子带入祖地。看到那男子带着两名粉尘女子进入祖地。 月灵也是咬牙切齿，不管父亲如何，但他毕竟是岳家人，觉得这种女子被带入祖地是对祖辈的侮辱。月灵，先别出声，听我安排。楚风说话间便关好店门，缩小隔音结界的覆盖面积，且又布置一道隐藏结界，带着月灵、蛋蛋以及那毒妇躲到了大殿角落。很快，那男子便带着两名粉尘女子走入大殿之内。 哇，这便是你家祖地吗？这大殿好奇怪啊，怎么空荡荡的？两名风尘女子打量周围，显然来时便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自然是那男子吹嘘过了。天哪，地上怎么还有血迹？可突然，一名女子发出惊呼，那是毒妇的血迹。可看到那血迹，那毒妇儿子却是无所谓的一笑：“没事没事，那是一个废物的血。” 原来他是当做了月灵的血，但很快他也察觉不对。不过说起来，这废物的血怎么还没干，像新的似的？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你娘的血？就在此时，楚风的声音响起。与此同时，他也是已经解除了隐藏结界与隔音结界。娘。而此时，那男子也是注意到了毒妇，只是他不是很确定，因为此时毒妇可谓惨不忍睹。 辉儿，快快跑！毒妇现在已经极为虚弱，可还是发出了虚弱的声音。哟，你居然也有母爱的光辉呢！只是可惜，今日你们这对恶毒母子，一个都别想逃。本章完。第五千二百二十章：畜生父亲现身。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啊！尖叫同时响起，那两名风尘女子。 看到毒妇的惨状，直接被吓得昏死了过去。你、你、你、你！而当月恋看到楚风与月灵之后，更是满脸的不可思议，一时之间大脑混乱成了一团。月灵出现于此，倒能理解，可是为何楚风也会出现于此？然而楚风却懒得与其废话，手持结界长剑，对着那月辉的丹田便刺了下去。楚风是打算先破其修为，再取其性命。 可长剑刚破其皮肉，还未彻底洞穿其丹田，楚风便感觉自己的长剑遇到了阻碍，就好像是在这月辉的丹田之中藏着一道钢板一般。不，不是钢板，钢板怎能挡下楚风一剑？是极为强悍的结界之力藏于这月辉体内。嗡、嗯，果然，伴随月辉光芒四射，一道结界防护罩自己体内涌现，不仅将月辉护住。 更是硬生生将楚风已经刺入的一剑给逼了出来。守护阵法，身为戒灵师，楚风一眼就认出，这乃是一道守护阵法，与老猫在狼少爷体内布置的守护阵法很像，是那种只可守护但不具备攻击力的守护阵法，但守护力量却比那守护阵法更强。这必然是月灵和月辉的父亲，那个月链所布。楚风猜测，若是月链没有走远的话。 也许月亮的身影也会浮现。嗡、嗯，果不其然，很快那阵法变化，一道虚影从中映射而出。那是一名中年男子，我乃月亮何人敢伤我儿？中年男子身影浮现，便立刻发出怒喝：“知道你是月亮杀的就是你儿！”楚风道。而月亮现身之后，自然是仔细观看周围。这一看，就连他也是震惊不已。 因为他从身形认出了月灵，自然也是认得楚风。但是楚风怎么会和月灵走到一起？你们怎么会在一起？月恋问道：“相公，你快回来，灭了此子与那妖女！是那妖女找来的这个小畜生，他要杀了我与花儿！”就在此时，躲在角落的毒妇发出虚弱且无比委屈的声音：“你、你、你难道是？因为是通过阵法。” 才能看到此处情景，毕竟不是本体，感知也是有限。而那毒妇已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衣服都破碎了。若不是他开口说话，月恋还真看不出来这是他那妻子。相公，除了我还会是谁？都是那小畜生做的，他折磨惨我了。毒妇哀嚎道：“月灵，你可真是好狠的心，早知如此，我就不该留你性命。”此时，月恋也是勃然大怒。 恶狠狠的盯着月灵，哪怕只是映射的虚影，可却也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怒。而听到月恋这样说，月灵整个人都呆住了。虽然已经知道他的父亲不是好人，可是当真正面对这样的父亲，他的内心仍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月恋，你可真行啊！你仔细看看。楚风说话间，一把扯掉月灵脸上的面纱，让月灵露出了被毁的容貌。月恋自然看得出来。 月灵的伤势在前，自然也能猜到，月灵是先遭受了那毒妇的折磨，这才回来报仇。可是知道真相的月练，只是扫了一眼月灵的脸，表情竟没有丝毫波动，便看向楚风：“小畜生，我知道你，我知道你身后有靠山。别以为司徒界灵门的人不敢动你，我月练便不敢动你。敢伤我妻儿，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不会放过你。包括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将因你而死。” 月恋恶狠狠的对楚风说道：“可对于月恋的威胁，楚风不仅丝毫不惧，反而轻蔑一笑。哎，月恋，我问你个问题，为何你儿子身上有守护阵法，你妻子身上没有？布置这种不在同一世界却也能感应对方受到威胁的阵法，应该付出不小的代价吧？看来还是儿子重要，妻子不重要呢。”楚风讽刺的说道。楚风身为戒灵师。 自然也是清楚，布置阵法容易，可若在修武者体内布置守护阵法就复杂的多，因为修武者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且自身也需要修炼，体内由血脉、武力等诸多复杂力量组成，很可能会与守护阵法相互排斥，因此稍有不慎，守护阵法可能没起到守护作用，反而将阵法之力爆发，直接将守护之人抹杀掉。控制这个稳定性就挺难的，并且力量越强的守护阵法。 稳定性便越难控制，因此布置的守护阵法力量越强，这难度便是越大。这并不是结界之术强、自身修为高就能做到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复杂，并且伴有一定危险的事情。所以，并不是每个身后有大势力撑腰之人身上都有守护阵法，倒不是不能布置，而是守护阵法本身就很危险，是把双刃剑。而较弱的守护阵法。 虽能保证一定的稳定性，可又没啥用处。比如楚风现在若想布置力量较弱的守护阵法，其实他可以轻易做到。但是力量弱起不到保护作用，有何意义？至于如老猫在狼少爷身上所布，如月亮在其儿子身上所布的守护阵法，楚风却根本做不到。首先，楚风的力量无法支撑他布置这样的阵法，就别提稳定性了。实际上，哪怕是老猫和月亮 也是花费了极大力气，并且用了某种极为珍贵的至宝，才能布置这样的守护阵法。只凭自身实力，根本无法保障守护阵法稳定性，是需要极为珍贵的至宝来维持的。这也为何月亮明明有布置守护阵法的能力，却只在儿子身上布置，而不在其妻子身上也布置的原因。说白了，那维持守护阵法稳定性的至宝太过贵重，哪怕是他也负担不起两个。 二者选其一，自然就选择了他更在乎的儿子。相公，我早就说你也给我布置一道守护阵法，你就是舍不得。你看我今日的惨状，若有守护阵法在身，我岂会遭受如此大辱？忽然，那毒妇满是委屈的哭了起来。楚风这话竟说进了他的心里。小畜生，少在这里挑拨离间！月恋对楚风大骂道：“挑拨离间，我还需要挑拨离间吗？” 月亮你看好了。楚风说话间，手举结界长剑，随后对着毒妇隔空一挥，只见一道剑芒飞掠而去，刹那间鲜血飞溅，那毒妇已经是身首异处，死的不能再死。一剑斩杀毒妇，楚风又看向月亮你这畜生！眼见着妻子被杀，月亮气得双眼通红，那可是他深爱的妻子，为了他，月亮可是杀了自己原配啊。本章完。